开麦。我咪又见面啦，今日端，今日系重阳节喎，阿Sir有啲咩同我哋讲下？重阳节而家香港都冇咩人搞登高嗰啲啦，多咗拜下山。嗯。因为嗰个社会发展唔同啊嘛，发展唔同，而家有啲上网祭祀添。呢个补充啊，教教大家。上網祭祀不是不好，即是都有個心意啊。但你虛擬世界嘅，咁啊真係你啊走去捐錢108蚊俾東華三院去7-11，或者捐108蚊俾保良局，但呢度有分別㗎嚇。屋企人有病，你啊捐去東華三院，回向功德俾祖先，又回向功德俾嗰啲病人，一你需要。是跟病有關的果，或者感應到有醫生來醫他。好了，如果你家裡沒有人有病，而是衣食住行希望豐富一點多一點，那你捐給保良局。嗯。因為保良局呢就全部是輔助那些孤兒啊、老人啊、安老院啊那些，就是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啊！你想嗰啲屋企嘅順境啲啊，生活環境過得舒暢啲啊，咁咪捐俾保良局咯。你話我屋企有人有病，我希望佢早啲康復嘅，咁咪捐俾東華三院。兩邊嘅因果都唔同。咁你淨係去拜山唔夠力噶嘛？因為你喺個那個虛擬的世界理論而已，但你做這個捐錢給保良局東華呢，就實際有個因果在這裡，有個力在這裡，它就有反射，不是口噏噏嘛，你真的有播種。所以這樣講起重陽呢，我們就在這個月呢，24號，我們上次沒有在台點講的，我們24號在上水金源村那裡呢搞了一個盤菜宴，如果你的台友盡快得閒報名，現在開始報呢就最多200個，我們已經有成200-300人，但那裡地方很大，上我們那個網，上我們那個大細小台友，或者貼翻我哋央視通告出嚟啦，阿呢個天羅地網，天羅地網，唔係貼翻我哋嗰個好人好事底啊嗰度，貼翻喺視頻嗰度。咁啊，你喺呢睇先，24號而家14號，即係3-4日內你報名，我哋要截止嘅，一要訂盤菜啊嘛。聽到嗰人嘅咁啊，禮拜二之前咁啊要報曬名，咁啊85蚊一位。75歲以上咧就半價，因為希望佢哋帶啲老人家嚟，後生嘅就唔減價啦。75歲以上半價，喺呢個月生日嘅，即係啲網友喺呢個月生日嘅長者或者自己，即係呢個月生歷10月份、農曆9月份生日嘅都可以報名參加。好啦，如果你咁啱碰到係，24號當日嗰日生日咧，就我哋睇身份證，我就肉額送出嚟俾佢哋，即係難得啊嘛嚇，老人家咁嚟到，後或者後生，女人嘅只限於女人啫，啲肉額男人唔啱戴啊，咁啊嚟玩下咯啊，因為難得有個郊區咁啊，傾下偈啊，有啲文娛節目啊咁。呢、这個地方啊，嚟影下，貼一貼嗰啲，一陣貼翻呢啲，一睇睇啊！嗱，我哋巴比可以帶埋嗰啲寵物出席喎，帶埋寵物出席。大草地一個，好大啊！60000隻，60000隻喺上上，專業小百度實貼翻資料上去。今晚主題係。今晚主題咧就係習近平引用和為貴，可解天下劫。
呢個幾有意思㗎。因為點解要講習近平咧？主席呢個名咧，因為而家中國佢係黨總書記啊。你搞和為貴係佢帶頭先夠力啫。在我們今時今日的中國的政治氣氛，他們的制度的遊戲，習先生不拍板搞和為貴，你說啊？啊？投敵啊？你現在搞鬥爭，你搞和為貴，是吧？但我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建議，審時度勢，在現在的世界呢，贏都不打得的嘛，這仗人家不還手給你打，打今時今日的仗打半個月，你的世界都撲爛了，那些火力即是你贏100%，你贏緊的都不打得。那你人類社會自己搞出來那麼多矛盾，那麼多是非，那人類應該有智慧呢去解決的。咁反而今日我哋中國叫做話強國啦，咁你作為強國第一把手，你一搞和為貴咧，全世界尊重你。和為貴唔係怕撚咗人喎，你冇搞錯喎，即係你哋有實力之後搞和為貴。當然你有些人你沒有實力，你局長要求和，你不是求和，你是逼和，你不能搞攬炒，你就逼對方都要和，擺放了核彈導彈在那裡，屌你和不和，不能和禁制，屌你這樣，即是金仔都是逼到你美國都要退的，但金仔他都是想和的，但我只不過說他有南北朝鮮的死結在那裡而已，但而家佢都美國佬都話我哋唔設條件再傾偈噶，琴日宣布咗啦新聞，即係冇前置詞嘅，冇前置條件嘅再會談啦。但中國有資格搞嘛？我哋作為中國人，呢、這個和為貴係中華文化嚟嘅喎。我如果你習近平先生一帶頭好明確呢個理念，我喺中國與和為貴唔係揾把口講嘅，唔係話揾把口追求世界和平，唔撚係。你真的要行動去做，第一我真的有條件開出來要和為貴，但你不是說、欸、我和為貴現在要收回來台灣就和了，屌這些不行的，這些歷史的痕跡呢，你要用以前那些鄧小平啊那些老前輩的觀點、哦、這些用時間去解決的，中國人始終有解決的，你怕我台灣陸沉了嗎？是吧，你成日都係以人民嘅意念為依歸啊嘛，到啲人民，喂我哋好似東西德咁咪合併咯，啱嘛？世間我哋中國最呢啲咁嘅歷史咧，中國最耐啦，《三國演義》一開，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係咪耐啊？歷史你一講歷史已經係我哋中國帶頭噶啦，和為貴，與和為貴。習先生要做這件事，那他就名留千古了，你搞其他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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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難遇的，今天你聰明過我，明天我聰明過你，特別在那些經濟上那些科技各方面做，永遠都是不停大家競爭的嘛，有時人家贏有時人家輸的嘛，但你和為貴這個不同，這個是帶來整個世界的福祉的和平，很多人要支持你的，那你和為貴有些動作去做，第一台灣問題國戰，最近他們在慶祝雙十辛亥革命，我們習主席都說了是和平解決那個中台問題的嘛，以前就有炸這些戰狼出來喊打喊殺的嘛，對吧，一絕口不提說武力攻台的嘛，當然大家計過形勢你攻不能到嘛，你問你入邊中國啲幹部邊撚個話要打台灣嗰啲叫出嚟講個贏嘅理由啊？美日印澳台點打啊？美國日本啊，
唔肯講印度啦，你個日本、澳洲、台灣，咁你點樣打啊？屌嘛！啲解放軍噏嗰個都屌你，咁拎個槍斃啦！你真係害鳩個國家，你想亡黨亡國咩打？屌你媽點打？係咪啊？你叫我呢把年紀啊，同阿曹星如屌咧，唯一叫我同阿鍾培新話屌咩打擂台打打更啊得，你冇咁嘅氣力啦嘛，係咪先？你空手啊打得喎、啊！嗱，你唔撚信啦，你個林作同我空手打場啊啦！屌你媽，十秒鐘內要佢瞓啊！好似呢啲咁樣啊？唔係講少啊！嗱，你打拳戴撚咗手套啊，都會死啊！嗱，睇報紙啊！嗱，睇唔睇到啊？喺澳門啊，上擂台私人練拳咋，都打撚到個腦出血啊！你個拳重啊，有拳套啊，點一打埋個腦一震盪咪爆咯？嗱，你又唔啱叫林作啊！嗱，我大佢成倍啊，年紀。空手啊啦！屌你咩，實攞撚個命啦！因為嗰啲好嗰啲唔係講體能啊嘛，嗰啲講秘密功夫啊嘛，知唔知啊？咁啊啲人咪咁你點打點住咯？啲人話屌你有冇吹水咩？你真係講武林小説啊點住？嗱你唔信啊揾個人嚟試下，我喺24號嗰日盤菜宴嗰日生日盤菜宴啦。你有嗱點？你叫阿 Leo 王氏啊，阿 Leo 神氏啊，唔應我。我一下啫，唔打你喉嚨，唔打你聲，唔打你眼，唔踢你春袋。咁呢幾個死越遠嘅，即刻瞓啦，唔喐你嗰度嘅，打你手臂啫，一下你就瞓低啦。要練鐵布衫嘅。嚇！練定鐵布衫。可以表演俾你喺上水嗱盤菜宴，我一下啫。你又瞓低，就係點完？唔係打眼，唔打小耳，唔打肚喎，唔打你心臟喎，話明喺你手臂嘅範圍啫，一下屌你就累低，真唔真啊？唔止隻手唔喐得，係成個累低。累低，因為人嗰啲脈門啊、穴位咧係跳跳扎噶嘛，你撳嗰啲咪跳跳下。嗯一重擊你真係，你唔好講啊！你有時唔覺意隻手踭撞到牆角，你都係係咪啊？成個濕痹曬啊！啱啱係咪有位先？係咪有位先？觸電係咪觸電啊？啩好啊！如果你揦到呢啲位，你真有咁嘅指力一插落去咧，佢真係就跪低。嗰、那個唔係你個人控制嗰陣時，佢嗰個重擊咧，去到你個中枢神經震到啊嘛，觸電就少少噶啦嘛。再加強咗觸電，你唔能撚低啊！頂唔到啊個大腦，你知唔知啊？嚇！平時你撞一下，你成個哇！我屌都屁撚咗一陣啦，係咪啊？嚇！唔係你都唔係好大力嘅啫，你唔覺意碰一碰個牆角，你嗰個手踭側邊，你都成身都聚一聚，喐唔到啊！唔好話攞你命打你其他啲穴位啦，你唔信啦？嗱，你哋啲網友唔撚信，你揾個人出嚟。佢上水揾我試俾你睇，唔該你簽張紙，你死撚咗唔關我事，屌你咁樣一下包你瞓啊，手咋，冇話第啲陰嘅地方啊，人好脆弱噶，所以我哋唔敢同人生事噶，你錯手佢真係釘撚咗你無撚端，唔殺都撲街啦，屌你啱，都要為乜撚嘢啱唔啱啊？唔殺你都屌你乜坐幾年？同埋你個心係唔舒服啊嘛，佢同你無仇無怨，啊，都唔知為乜嘢事啊，係咪？所以我哋保留嘅，但我哋今時今日咧係支持嘅，因為點解咧？中國人而家喺個世界度，除咗經濟之外，仲要揚名立萬，保持個中華民國個禮儀之邦，與和為貴。好啦，對方唔和啊嘛，咁咪另外一個事啦，咁咪逼撚和你咯。但一講要和貴咧，其他攞國家係幫你手。美國佬而家呢個總統咧好撚奸噶，佢扮傻扮懵扮痴，屌你啦！冇扮上飛機扎一扎只腳，屌你啦！冇齊曬佢做戲做到足噶，佢撈40年嘅政棍。
屌你會唔會善男信女啊？ Donald Trump 咧就容易應付啊。擺明嚇？擺明。Donald Trump 得個大喇叭亂陳音，招招毒招嚟噶。而家呢個拜登嚇？辣咧！你而家先知啊？我就睇撚到啦，因為佢上機咧，佢一撞嗰下咧，佢有少少啫，就唔應該咁撚嚴重。佢特登成勢咧扮到好嚴重，一下就唔夠，再整撚多下，我屌你老母咩？揾個笨柴，我知道佢咧，等你啲友哇，屌呢條友冧埋啊，好冧乜乜啊，好撚多同情啊嘛，啲對手你知唔知啊？等你諗啊，你諗啊，你啊中招，諗啊又中招，諗啊中招。你睇佢平平凡凡出啲招數幾犀利，一瞓醒醒嚿立陶宛就踩你啦！屌你立陶宛講冇人唔喺入邊撐佢踩你，一瞓醒嚿而家蔡英文講兩國論啦，啱嘛？年幾前都有兵喺台灣啦，屌你咪！而家先知道話有24個咩？你《環球時報》胡錫進又當真係有24個，就喺度聲大大。因為如果你超過240個咧，我哋即刻解放軍就踩你啦嗰個軍營。咁樣講嘛，我哋《環球時報》啊，老總阿胡大炮，2400都唔止啊！我話俾你聽啊，我保撚證你。你唔啱，你話俾阿胡錫進大阿老總聽啊！我帶你去睇啊！年幾兩年前啦，2400都唔止啊！咁但係點解共產黨冇嘈咧？世間上好撚多嘢唔講噶，講出嚟冇撚人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講出嚟你咪丟撚架咯！你話有人有軍力喺度駐親兵，你打柒佢，你又唔打，你咪失力，即係為咗屌你吹唔漲。但係而家唔係喎，你唔撚講人哋講啦，係咪？咁你老母你胡錫進仲唔知死活，仲有聲大大，點解24個啊？嗱，你有240個咧，我哋即刻出兵啦！講你做咩？你一害鳩習近平，你咁樣狂，屌你班軍佬唔得你死！而家你有冇聽咧？我解放軍話三日內攻台啊，乜乜乜乜啦，有啲仲撚巴閉住，哇！24小時內我哋收復台灣啦！咁屌你，而家咪暗春，咪得嘅，你擺地圖喺度就得咯。喺地台度，哎，埋撚埋你啦，咁咪得啦。唔好玩飛機棋啊嘛！傻噶嘛！我收嘅而家，你一定要和為貴嘅而家。最好啦，發揚中華文化，和為貴，保持現狀唔喐，大家各各做。如果你習先生更有胸襟嘅，喂，簽張和約，兩岸停火協議，佢哋未簽過噶嘛，兩岸。南北朝鮮都冇簽㗎，所以隨時打柒你嘅北韓，仲係戰時狀態嚟㗎嘛？南北朝鮮、中台都係未簽過和約停火協議嘅，未而家你補簽，但係安心買少啲架撐，疊埋深水發展啊！你習近平如果做到開台積電，派人幫你再建立個晶片咧，咁你就成功啊！做人。好嘛？你唔係嘅，我做7M，你咪做10M咯。好撚過而家做28啊，啱唔啱啊？我屌你，你蝕埋心想做大佬食埋嗰份，梗唔得啦。譬如兩兄弟喎，點啊？你啊做1班馬，你都俾我跑3班啦，我咪做嗰啲10幾嘅。咁你都唔撚使咁撚慘同人買啊嘛，係嘛？你做住10M、10幾M之後，你自己再研發，你成功你嘅事啊。呢、这個就是和為貴嘅好處啦，習先生做到噶。但係第二個唔講得嘅，因為佢哋個黨嘅制度係一把手拍板，再同下邊啲人傾偈。哦，和為貴，有啲人話唔撚得，打個老母，你去打。嗱，你去打，屌你係咪？你冇開聲，我哋10幾億人打撚贏人，你去打先。你冇撚預我點打？派兩隻迷魚號出去打嚇。魷魚號、墨魚號啊！冇得打噶，而家佢哋都蒙緊查日，因為點解冇得打咧？我嗱，我驚你啲人唔撚知，斷撚估，要講撚清楚少少。最近呢次佢哋嘅演習，
慶祝嗰個雙十嘅軍演啊，以前冇出過嗰啲架撐，台灣今次搬出嚟，蘇架撐。即係每年啲國慶啊，咪有閱兵嘅，啊、每個國家都有㗎。世界上嘅閱兵咧，最撚鬧撚仇就係美國，最撚鬧仇。你睇翻佢嗰啲紀錄片咧，裝鳩你彈弓啊！屌你有冇佢搬架六五十年代嘅坦克出嚟行啊？古董，屌你！嗰度曬古董㗎嘛？你唔想睇下？前排嗰三軍嗰啲暴操就屌你老母跳牛仔咁，屌你老母，你有你行我有我行，係得嗰一百幾廿個啲海豹陸戰隊啊，海啊行前邊嗰啲係嗰隊人咧，就一定係死於殺殺。逢係呢個閱兵咧，你一睇翻出嚟咧，就知道佢獨裁國家，一專制國家，一民主國家。北朝鮮就似性啦，哇！屌你沙沙聲，行歪啲要槍斃啊嘛！屌你老母，共產黨又係中國嗰啲，蘇聯又係帶頭，逢係嗰啲獨裁國家咧，佢喺閱兵嗰度咧就睇到嘅，好撚齊整，屌你乜機械人咁嘅，民主國家屌你老母咩咁噶嘛？逢係嗰啲獨裁國家啲咁嘅極權國家咧。乜撚嘅飛機大炮屌你老母炒曬出嚟 so call 嘅，擺撚曬俾人睇嘅，有乜擺乜㗎？當然啦，美國佬唔係，屌你老母係佢老母整架五十年代嘅坦克啊！你有冇睇過？飛機都唔撚俾飛啊！屌你媽當我真嗰次，唔知一隻就準，即係話嗰啲飛機飛過，屌你即係當係閱兵典禮都有海陸空三軍啊嘛，坦克都冇喎。當佢爭嗰次閱兵，你知點解會冇啊？紐約市長唔撚俾佢搞啊！你搞乜撚嘢啊？你單車咁撚重，行撚爛啲路，屌你老母唔使行我哋咁撚樣冇撚得玩嘅大佬，阿爭哥，屌你個小撚死你，冇噶，唔準準啊！個市長我撚個總統啊！屌你老味，屌你老味，佢哋嗰～國家好撚古怪噶嘛，啲州長好撚大權噶嘛，屌你咪搞咩行撚行啲路咁撚重啊得啊，咁啊事實啊，所以你睇美國佬嗰啲閱兵咧，點咧架撐全部落後嘅，佢係特撚登係咁撚登俾你知嘅，等於而家世界都係噶，冇錢嘅衝大頭鬼啊嘛，俾首期買架奔士啊，買個撈，屌你係咪係咪啊？住喺公屋嘅，屌咧其實佢本身。你唔見我哋阿李大富大撈歷史未撚大過添啦，係咪？咁撚大啊！你唔見我哋等撚大咁多靚嘢出街，冇嘅人咧就要扮遊啊，衝撚到行啊，打撚曬太著西裝不停，咪驚冇人入搭啦。租走去中環租嗰啲一級寫字樓擺門，係咪？其實最撚多錢就南北巷側邊嗰定落街嗰條樓上嗰寫字樓，屌你老味，唔係講少㗎，我哋知㗎。開張支票寫中文名嘅啊，嗰啲實 cash， 屌你啊你，哇龍飛鳳舞簽我名，屌你咁樣你收到你個腳軟，咁你對唔對演到？由個人物喺個世界擴大到睇個國際都一樣，威武雄師砰砰聲出嚟咧就北朝鮮㗎啦，每次。閱兵啱唔啱？乜嘢飛機、大炮、導彈一碌碌咁擺喺曬喺度嘅，啱唔啱？睇架撐，大陸都係一撚樣，心虛啊嘛，自己唔夠實力嘛。所以我哋而家就要用行動，由習近平國家主席帶頭，黨總書記新聞帶頭。第二個人唔做得，唔好力做啊，做唔到，佢做到，發揚中華文化嘅與和為貴嘅精神，但大家都需要嘅人類社會啱嘛？做到嘅，咁啊，點你做啲咩動作咧？好簡單喎，佢真係照我嘅方法做咧，冇撚錯喎。我九段線起曬啲平台拎出嚟，由聯合國代管，我哋收翻租，邊個入嚟補給嘅？嗰啲平台嗰啲成啊，
即刻冇咗南海嘅爭拗，有啲有爭論嘅隔離左右國家越南啊、菲律賓啊嗰啲就直情係簽合同作個國家簽合同，大家互相開採嗰啲資源或者採魚權啊分咗，但你做啲平台夾硬爆啲就交出國際社會，要做嘅你揾把口講和平冇用㗎。和平要俾個行動人睇噶嘛，我有嗰個氣量，啊，長期收租咯。你啲人嚟補給好、保養好、維修船好，乜都好，到一個避風港咯，嗰啲平台，益人啫嘛。咁中國咪威水啊，係嘛？你話新疆西藏問題，咁你咪正式佢自治區，你咪全部俾佢哋嗰啲人自己管自己咯。咁中印邊境咧？你真係西藏自治區啦，我唔撚補貼喎，你真係唔制，再架領我條線。如果你真係自治啦，我唔撚補貼啊，你冇得敲門噶。啲鬼佬咁撚支持你，唔該你叫啲冚家產走嚟俾錢你養你媽媽啫，冇撚麻煩我哋中央。咁你保持咯，但係冇得又唔係俾佢獨立喎，但你整係強化佢嗰個自治嘅能力，幫佢手開發啲資源，等佢自己自給自足。而家要補貼咯，我哋西藏、新疆都係。即是说全部保留是自治省，但真的给他自治的，强化那个自治的，想得更好。你不嬲，他以前中央政府的理想都是这样的，你你补贴的那里点不过的，很重成本的。好啦，你再話與和為貴，你中印嗰啲可以解決到噶。我中印邊境嗰日我先同朋友食晏晝，我當講笑啫。我喂，屌你有乜講咁撚多嘢？你嗱，你中央政府拍板，佢有三十幾平方公里都係爭嘅，有啲係大啲面積嘅爭論嘅邊境。我話我先幫你搞三十幾平方公里，我點搞啊，博士？屌我咁簡單，因為我同印度咁撚好，咪叫俄羅斯大佬通知佢，喂。你嗰三十幾平方公里啊，郭先生出嚟買，開個價，好撚平啊！啲大佬送咩都冇撚要啦，寸草不生，又凍又剩，你去啊！屌你飛機到唔到，車到唔撚到，同阿差買咩架仔啊？買個森林啊，都係幾廿萬 yen 啫，大佬。幾廿萬 yen， 我都玩得起喎。係啊，佢有人理啊，好撚個屌你黃鳩鳩！點乜荒謬？咁你印度佬唔係，唉，冇撚講邊個啦，我同你買撚咗，買撚咗攞撚張契，我送撚啱俾國家得唔得咧？交撚翻曬俾國家長期管理，咁你冇撚得爭論啦。我唉，我買撚咗，送啱俾國家啦。一萬蚊美金一平方公里啊！屌你個買埋撚切啦嗰度，屌你咩？三十五萬平方公里，我當你美金有幾錢啊？我哋買得起啊嘛！我咪講，喂，我當講笑式，喂，你嗱，你中國政府 O K 嘅，我同自己傾唔夠力，所以我同印度唔熟啊。你同印度傾一定要揾俄佬嘅，俄佬係佢哋祖先嚟噶嘛，同埋幫緊咗印度幾十年噶嘛，軍事上俄羅斯知唔知啊？又係大佬啊！佢咪真係恰你，喂，點冇撚嘈啦？不如公開拍賣，賣撚咗佢，有人買咪算數咯。係嘛？等第三者同共產黨吵咯，明唔明白我意思啊？你喺度拗呢個手機，嗱你自己啫，賣撚咗去收你個錢，關人事。有人肯賣得你喎，嗱你賣撚完咧，屌你媽！如果共產黨唔俾你用咧，就你去吵啊，咁你會制咪得咯？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我賣翻嚟我都唔用啦，我賣翻嚟我咪轉頭 endorse 俾自己國家永久性嘅越權俾佢。代管好乜都好咯，咁咪喺法律上咪合法咯，係嘛？租嘢俾佢999年，租俾中國咁，1000年咁啫。你話你而家你即刻轉名俾中華共和國咧，印度佬唔肯信啊嘛！屌你林哥話你轉咗俾人乜乜文文啱啊？我租啊嘛，咁又解決咗個鬥爭。做到噶嘛？人類社會有智慧解決到嘅。好啦，咁中印解決啦，慢慢局部又用呢個方法，但要揾俄佬出嚟濕啲水俾佢。誒，唔該你做屌咩做經紀，屌你咩做拍賣行啊！突然間，屌你俄羅斯主持嗰個 auction 拍賣嗰個中印邊境嘅土地，
咁你嗰啲外國同胞啊，李大富啊、李二富啊、啊鄭大富嗰啲，唔該你走去投投咧，送翻俾國家算係數。咁你俄羅斯仲有一個公道喎、啊？嗱，而家啲地爭拗嘅，賣咗幾錢咧？兩份收工，明白我先啊？咁唔好嗌啦，賣撚到幾多兩份啊？俄羅斯出嚟開個拍賣會啊！咁你乜你中國咪 call 啲世界華僑有錢去投啦？賣間公司咁撚中意投地啦，而家有地投啦，呢班撚要嚟投啦，投撚咗係佢喎，佢點開發你？你鳩佢啊？或者話吳國義嗰度黃撚莊未頂咧，係咪啊？乜呢個人生一遊戲嚟噶嘛？你咪但一定俾俄佬抽抽水嘅，我話俾你聽啊。係喎。佢照拍賣行收佣金，知唔知啊？扮大哥，和平大使。確保你單嘢成功。阿東啊！你話揾俄羅斯搞啊，咁但係問題係而家俄羅斯話全面清洗共產黨員喎，點解？我講佢內部啫，佢內部嘅共產黨有人害鳩中國嘅，因為世界好多奸臣真係唔撚想你中國安樂噶嘛，佢造謠中傷你中國，點你俄羅斯共產黨點咧？後邊有中國共產黨支持㗎，喺你度搞政變啊，咁撚樣講嘛，但普京唔係懵仔嚟㗎嘛。咁有冇咧？有都唔出奇，但呢個唔係中共政府嘅意圖，係下邊啲古靈精怪人，知唔知啊？想喺俄羅斯玩嘢揾著數，咩人都有嘅，你唔好當真。但普京好心要清，咁呢個和貴真係做到嘅，新疆問題解決，西藏問題解決。中印邊境解決，令到香港好撚簡單噶嘛？判咗刑嘅豁免一半，出咗嚟三年內唔再犯罪嘅不留案底收局，噏嘅啫，係嘛？未曾正審嘅要俾人擔保，唔係你製造啲籌碼喺國際，而家聯合國出聲啊嘛，聯合國出咗聲啦。你拉咗個周恆同而家唔撚俾人擔保，係肉撚酸啊嘛！因為個世界咧有權用嘅人咧先至係威啊嘛。但你香港嗰班柴仔咧好撚慘噶嘛，佢哋冇呢個水平嘅，知唔知啊？咁低咧？梗係低啦！如果唔低嘅就唔撚會話兇過人哋嗰啲慶祝雙十辛亥革命啦。唔俾慶祝啊！走去紅樓度慶祝雙十革命啱啱啊！辛亥革命，屌你頭唔俾人慶祝，人哋北京啊大羅大鼓去慶祝啦！習先生仲有成全孫中山先生嘅地位啦！屌你係咪你傻強你咪鳩鳩咯？佢哋係幫到忙噶嘛？佢哋真係幫到忙。中聯辦啲唔敢講俾你聽話 yes 和 no 和慶祝。佢話得啦，冇問題啊，我又死嘅喎！一陣搞出嚟有事，屌你啦！我哋中聯辦俾意見嘅人走去慶祝雙十，出緊咗事，你又 high 喎！佢哋嗰啲最撚精嘅做官，啊，衰啊！嗱，你咁樣，你咁可以咁樣做，不過又可以咁樣做，屌你乜成日講嘢咁樣講啊，大陸！你聽過啲人發表嗰啲講話，佢兩頭縮噶。真和平是好，我哋支持的，不過又咁樣咧，去到咁嘅環境咧，必須嘅統一亦都未嘗話唔得咁樣樣，屌你老母兩頭縮噶嘛！咁你變咗中聯辦、共和版，你仲要你行政公民？咪而家我請示你，香港俾唔俾慶祝辛亥革命雙十？冇人敢覆你噶，唔係點你啊？你問港澳版、中聯版啊，行政公民叫話 yes 和 no 啦。我屌你咁樣，你真係大撚鑊。而家再你質詢佢哋啊？邊一個夠膽簽個名話 OK？
出事咪仆街，屌你阿咩啊！另外出事就你出事啫。你叫香港走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啊？啊，好撚大鑊噶嘛，因為佢撚撚個中華民國國慶喺度啊嘛，雙十生活限命，敏感啊！你見你今年有冇人掛千里白日滿地紅嘅旗啊？舊年都仲有噶嘛，係咪啊？舊年都仲有啊，舊年前年有嚟，今年冇啦。咁你冇咗咪成功咧？絕對失敗。冇錯。即係話俾人聽，你冇咗包容，你抹殺咗一段歷史。個歷史仲擺喺度，中華民國在台灣。仲喺度。你自己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國表。你中國共產黨冇話唔承認我中華民國度噶嘛？到而家承認㗎。但呢個咧牽涉有少歷史黃鳩，你又毛澤東搞出嚟。毛澤東，屌你老母屎忽痕！佢成立國家時，佢改名咧，係要加個人民兩個字。你記得黃鳩？唔加就咩事都冇喎，一次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佢咪中華人民共和國？屌你加個共和喺度，人同埋共和幾個字，俾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我變咗有兩個中國。如果當年唔係佢個啊毛大哥，佢親身搞噶呢個國家名，邊個敢起名係佢起噶嘛？咁咪變撚咗兩個中國，係嘛？一念之間啫，又係冇睇得咁撚遠。如果佢唔喐，哦，我係中華民國正統，咁咪完咗噶啦，冇得爭論噶啦。所以歷史人物咧，嗱，而家習先生輪到佢做歷史人物啦。因為我同你爸爸都係叫啊，我哋啲前輩啦，我哋後生都好撚多年歷史啦。上上分嘅時代喺廣東省啊，有啲一兩面之緣，同埋我哋睇佢習仲勳啲事蹟，我哋尊重噶嘛。正是一個優秀嘅共產黨員。唔止啊，佢個心好大啊！是他拍板全部平反曬嗰啲文化大革命嗰啲黨員戰友，同埋佢係放好多人嚟香港啊！唔直情落命令啊！習仲勳六十年代大逃亡嗰啲啊，饑荒大逃亡咧，唔俾難啊，全部俾佢哋走啦！放咗條生，放好多放喎，所以而家你好多啲游水嚟啊，點樣嚟香港嗰啲？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尾嗰啲走嚟香港，全部要多謝習仲平個老豆。即係因為你爸爸積咗咁多福，我哋而家俾啲意見你，你係有資格做與和為貴嘅。你嗰個與和為貴咧，後邊咧擺撚曬架撐度嘅，又核彈又飛彈又啊收撚曬 call 啲人又講住與和為貴咁樣樣嘅。古惑仔啊，嗰套電影啊，集撚曬馬喺度，然後與和為貴。咁啊，呢個中華文化啦，係嘛？你冇幫嗰文化唔似中華文化噶，有啲共產黨又係咁噶，集曬屌你海陸空三軍啊核彈搬咧出嚟喺度，跟住動個大牌，屌你與和為貴。嗱咁咧嗰個畫面又好睇啦，真係嚇。信你先講啦。屌你唔使信唔信，佢唔信有人要用噶。你佢下邊啲人聽到我哋呢個立論，你拗同我拗啊，你唔和你可以贏到咩？你唔和你會跪低啊嘛！更加你計撚到數，你要跪低，我就先行與和為貴。因為咧，我真要同你曬冷，搏命噶嘛！我哋啲鋪中國人要準備犧牲噶，人哋唔和咁點啊？所以咪要擺撚曬啲架撐度咯，唔和禁制噶啦，屌你啦，咪點啊？一定係咁噶，咪揾把口去和啊！你人哋唔俾你和啊嘛～上撚曬籌碼嘅嘢喎，打撚開曬嗰導彈井嘅蓋，屌你去，全部都擠喺度，叫啲記者嚟睇撚住撳噶啦，屌你啦，冇你啦，係咪曬冷嗰啲鋪要曬冷，呢鋪中國真係要曬冷，但係曬冷嘅目的咧就係和，佢係搞錯咗喎，曬冷嘅目的，冇打嘅問題，你唔會搞錯，呢個共產黨識計數嘅，但你就可以和啦。一點解你要做啲做動作配合？唯一嘅啫，而家中國係與和為貴，但呢個和咧要有強大嘅後力，
同埋中國人準備要犧牲嘅，唔係贏會犧牲嘅，冇得講呢句話。準備犧牲嘅，你咁你鬼佬唔簽個和約，揼柒你嘅，屌你老母，攬炒啫嘛！呢鋪要倒嘅，我哋等我哋贏嘅。俄羅斯都要幫你啦嘛，如果你提出個與和為貴。嗰啲隔離左右肥撚埋佢噶嘛，啲導彈冇眼啊，大佬亂塵咁肥，產撚平你台灣咁咪可以，如果真係曬冷，台灣當然擋到你一陣啦，因為佢一會擋到噶，因為最近我哋正話講開佢演習呢、這個軍演喺呢個雙十節，台灣搬好多架撐出嚟，天公天戰嗰啲冚唪唥出曬嚟。真情的導彈有啲增加個情嗰、那個射程嘅導彈都出曬嚟，本來500公里嘅，佢增緊到700去。你諗下台灣海峽到中國200公里到啫嘛，喺台灣啊，喺東邊呢度遠啲啦。並佢而家係攻擊性嘅，可以台灣大撐知唔知啊？同埋佢嗰啲咁嘅天宮導彈啊、天箭嗰啲咧。是專打你嗰啲導彈噶，配曬嗰電子設備，嗰套嘢係美國俾佢噶嘛，以前唔俾噶。你有導彈射上去，你都要打撚到人先得啦。你話咩？你共產黨一撳掣，嗰啲遠程導彈飛過嚟，第一浸到台灣，第一導鏈，美國佬就叫教撚咗啲技術咧，就射上去，唔止係打飛機啊，打導彈打到冇得打你柒，你嗰啲共產黨都知。所以我眼攞整咗百幾隻戰機王撚鳩啊，過千隻冇撚用啊！而家屌你阿妹，打雀仔打撚曬落嚟噶，佢嗰套嘢而家就要嚟擋你嗰個共產黨嗰啲導彈，知唔知啊？除咗擋你之外，佢仲可以，佢一超過700公里已經係無限遠噶喎。佢離開咗地球嘅引力喎，嗰啲導彈射程無限遠噶，一離開咗700公里上空，呢個係一個定律嚟噶，冇咗第三級力啊嘛。洲際啊，係啊，洲際好遠噶，如果你啲肥撚到700里上空。咁你嗰啲咁嘅飛機，嗰啲古靈精怪機都幾萬尺高空啫嘛，啱唔啱？濕撚水啦，當冇兩三萬尺，美國佬最犀利都係6万尺啫。當打雀仔打你落嚟㗎，而家共產黨你冇得亂七咁搞啊！佢呢次掃出嚟嗰陣架撐就有呢啲架撐啦，未計嗰隱蔽式，台灣呢次掃出嚟。因為美國係俾埋呢一套電子作戰嘅技術佢，所以你胡錫進喺度聲大大啊！你超撚過240人咧，我哋開起兵，屌你乜年幾前都唔撚止2400人啦，嚇？點解唔講咧？大家唔講，因為尷尬啊嘛，尷尬。心焦即係潛艇。都唔撚講嘅應該美國，咁你知唔知撞乜撚嘢？到而家大家都估嘅啫喎，啱唔啱？不明物體，幾時會有明物體會不明噶？你信唔信啊？但點解會撞咧？一有朋友問我，掟個 WhatsApp 嚟，佢係官方嘅人嚟嘅，各位。佢我哋以普通常識啦，求幾多架，唔好話呢啲咁嘅咁強嘅攻擊性潛艦啦，普通嘅潛艦都好撚多探測器噶嘛，梗係啦，今時今日又係聲納探測器，又有雷達喺度掃撚曬，點解會有乜撞會唔知咧咁？望上出去，開大都呢個世界燈下黑啦，所以啲人咧就諗唔撚到啊！如果佢正常潛艦咧。從來用嗰啲咁咧，佢一定唔會撞撚到嘢。佢開撚曬，又自動系統，又被動系統，又主動系統。潛艇
用嘅呢咁高級系統咧，佢唔會兩度開啊嘛。因為點解咧？佢呢只潛艇佢唔開咧，佢又係驚人知撚到佢行蹤，佢就唔開嗰個主動嘅雷達。即係打仗咧，佢就開啦嗰個偵測器，就用嗰個被動嘅雷達。佢靜到好撚犀利喎！呢一隻9000噸嘅巨無霸潛艇，你係測唔到佢喺度喎，最撚先進喎，所以你測佢唔撚到嘅。但大陸嗰啲人唔同啦。一出海南島就屌你啦！冇喺夏威夷都聽得到，都知聽到有隻潛艇嚟，屌你啦！冇隆隆聲，係咪啊？等於你而家你中國嗰隻墨魚號一出嚟，點解都未領出海面睇到陣黑煙一撚樣，驚死冇人知佢出動啦，啱唔啱？即係咪？係啦。所以佢呢隻，因為佢呢隻潛艇咧，佢唔開嗰個主動嘅探測器，只開被動嘅。被動嘅探測器，如果佢會撞撚到嘢，唔出奇。乜撞啲咩嘢咧？據我哋推測，會撞到嗰啲，因為而家大陸咧好撚戇鳩嘅，喺個南海度咧搞撚多魚排啊！佢為咗宣示個海權啊，設計咗好撚大嘅魚排啊！圍撚住曬浪喺度，咁嗰範圍即係養魚嗰啲魚排啊！你明唔明先啊？唔出奇。好啦，佢撞撚咗，但佢浮咗上面，中國都唔知喎。即係話證明中國喺嗰個南海嘅偵察力咧係冇力嘅。浮咗水面你都唔知，知啊呱呱嘈啦，入撚到嚟我門口，喺海底你唔知。等佢翻撚咗去美國，佢見你哋都唔知，或者佢蓄意撞嘅喎。嗱，呢個小心啦，美國佬咧有可能知道你呢度有立魚牌喺度，佢特登蓄意撞，撞撚完浮出嚟，就 check 你嗰個探測能力，你個海防嗰個防衛能力。咦，唔知喎，啲陰間戇鳩鳩嘅，原來真係乜翻到美國停撚低，四平八穩啦，又公佈出嚟，你有冇啲百幾二百架飛機去台灣打冷啊嘛，咁柒叻啊嘛，我玩一招俾你睇，我撚到你門口啦，細佬，收撚咗你工啊！如果開波，即嗰招啊，俾人讀啊，跟住又宣佈有撚埋軍隊喺美國啊，喺台灣住啊。是一連串的嘛，他隔日講的。所以你看美國的東西為什麼會查到呢？因為美國的動作不是人的動作，人的動作今天想完明天想想變來變去的，他行大數據。 這一次所有他們一出完整套出來 Window Figure 5你今天要做嘛，所以看到他們的講完話，拜登講完話之後做的動作，我們不是現在講的，你睇翻我貼上網嗰啲資訊啦，佢一話去誰要開會，哎，我撲街啦，你中招啦，實有後著，有得傾嘛？你話有得傾嘛？瑞士，屌你老母乜？我屌你，你一定乜撚冇傾，我佢一定有後著跟你，一坐低個頭就屌你啦，乜平平白白啦，幾咁多動作啱嘛？又潛艇又駐軍，屌你啦！乜台灣又擺架撐，屌你啦！咪～因為佢行電腦數據出嚟，俾個 instruction 佢啲人去執行，就唔係鋪鋪開會嘅，所以你見佢哋一做啲動作咧，就有連鎖性跟緊住嘅。睇得到啊？你留心咧，你睇到哇，真係有個電腦數據嘅係咁樣樣嚟行喎，睇緊住嚟做嘅。因為佢係要鋪鋪諗咧，就唔係咁樣出街嘅個時間。你見佢咧冇話講撚完之後咧要修改再喐嘅美國，佢錫撚曬，冇人改得照去。個參謀長最撚大權嗰個美國，參謀長大權過三軍司令嗰度，國防部長冇撚用。美國嗰個就參謀主
連與主席揸撚曬裝啊！跟佢落撚咗驗收場出嚟，你國防部長冇資格講嘢㗎？幾時同你講嘢？係咪有參謀長下邊個作戰收咧？新聞發佈會新聞搞講，咁佢嗰班人唔撚使諗喎，我電腦係咁啊，照噏咯。屌你咪佢所你睇到時間性咧，我哋以前賓都交過手，我哋好知佢啲嘢，即係熟啊，係有一連串嘅。不是人想的事情，你一跟啲電腦捉棋，屌你有乜？你要好撚難贏嘅，捉啲象棋電腦啊，好撚難贏。嚇！屌你乜？佢嗰啲行嗰啲步伐咧，係諗唔撚到嘅。唔係人啊嘛。係啊，匪夷所思嘅，屌你乜？真係冇撚得捉嘅，冇得捉嘅，冇捉嘅。我而家猛研究嘅嗰個象棋嗰電腦冇捉，反而國際電腦咧，我都捉到幾下嗰啲國際棋啊。我咪表演過嘅，嗱屌你十五步殺啊！冇嗰個網啊，國際網嗰個電腦啊，但我啲我撞彩嘅係矛人嘅，因為佢嗰啲係低級啲嘅，有高級你冇做。如果人腦上特別象棋嗰電腦，哇！屌你咩個智能電腦，匪夷所思啊！你唔會咁樣行法啊，啲步伐唔撚會嘅。因為你人啊嘛。係啊。佢又險中求勝嘅，好撚險嘅，贏得屌你咩？即係你錯一步都死嘅。嚇！佢就要你行。係啊，計到好撚盡啊！佢我睇佢嗰啲步伐，真係計到好撚盡。係啊，計到好撚盡啊，計到好撚盡。計撚到贏你一捉嘅啫，屌你係咪咁撚樣捉點捉啊？冇得捉噶，但我哋中國人係應該做嘅。你變咗係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呢不是做霸主，不是做強國，是做和平的使者。那自己中國人出來都說了光彩，哦，中國人出來搞了世界和平，那真是偉大了。不是做到的，你今天現在共產黨做而已，那你經常光彩嘛，就做這些。但他們自己的拳鬥都鬥到七彩喎。咁因為習先生做一哥嘛，你咪所謂要交代要習近平主席做咯。你唔會做唔做啦？不如，如果我飛到北京咧，當面講俾你聽咧，佢哋同佢唔係同佢講，同黨內啲老友講啊，正正啲黨內嗰啲謀臣講咧，佢哋會接受啊。有我講出嚟，你哋接唔接受？我係冇失禮人，我係冇話卑躬屈膝向人，我擺咗古惑仔陣喺度咁啊，以為違規啊嘛，嚇？擺把鐮刀喺台邊啊，係嘛？錘仔鐮刀擺曬喺度，以和為貴。以和為貴。香港啊，威啊！嗰陣時一寫以和為貴，咦？屌你咩？嗰鄭咩件啊？做古惑仔嚟喎，鄭伊健，啊鄭伊健威啦，揾埋鄭伊健出嚟揸個牌與我為貴，咪人生一舞台嚟嘅喎，無撚端端香港人做緊咗與我為貴，屌你嘅先行者喎，我嗰套電影拍與我為貴古惑仔，咁你中國嗰啲官場係古惑仔嚟嘅嘛，成個國民黨都係幫會嘅嘛，唔係幫會點做咗軍官啊？你冇局幫會？打仗無，所以鄧小平都話噶嘛，黑社會有愛國噶，因為自己本身都係幫會噶嘛，個撚個蒲哥會噶嘛，共產黨係最大黑社會嚟，國民黨都係噶，清一色係幫會啊，國民黨，逢係一到到軍官一定要入幫會，因為佢個地方大，制衡你唔到啊。你要拎佢翻嚟，慢慢審訊，慢慢成上，各位嘥冷氣啦，戰士。加法咁咪即猛開刀，係咪啊？唉，由邊個四選堂主執行加法啊？咪搞撚掂啊！噏又唔使文件，乜撚都唔使，唔使記錄啊！屌你一幫會執行加法冇記錄嘅，係咪啊？快啊嘛，所以佢哋係，所以你孫中山先生又係雙包紅棍㗎，蔣介石係青光㗎。青紅二幫分天下客，所以我哋嗱，你咁嘅共產黨，你要搞幫會文化，啊，拎香港套電影《古惑仔》以和為貴出嚟同啲鬼佬講數，玩撚謝班鬼佬啊！但係你崩曬架撐喺度啊，要俾啲鬼佬唔撚屌你，啲鬼佬，之後你同佢曬冷佢就褪。咁即係唔會開戰㗎咯。
你咁樣開唔到自我反圍。如果唔係咧，佢有一個切香腸，切香腸逼你咧。嗯。你焗撚住，一下唔覺意走火會開始。我擺得明曬攬咧，就未必打得成。呢個戰略嚟㗎，唔係戰術啊，戰略嚟。即係我哋個人意見，去到而家咧要曬攬嘅。嗯。即係賭蘇興，佢真係賭咪同佢賭咯。屌我哋咁撚多人，十幾億嘛，習先生。嗱冇一半我行先添，屌你啦，冇閪！你話打仗我行先驚唔驚啊？係咪啊？監犯放出去幾千萬啊，蘇仔話係咪啊？屌你話唔明，大把人，你嗰啲鬼佬啲命值錢嘛？我哋係贏呢樣噶，要準備攬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今晚就純粹俾一個大嘅戰略。啊！中央政府做係冇得輸，我哋攞，我哋唔係望贏，我哋望和啫。屌你撚俾個和嘅，同你搏命啱唔啱？帶條道理啊嘛，喂我和你都唔撚俾，即係你講撚住我啦，咪搏命咯。咁啊，全世界唔怪得你喎，俄羅斯都要幫拖喎，因為人哋求和喎，而家九段線嗰平台交出嚟俾國際使用啦，咁你俾你租中國應該㗎，啱唔啱先？佢業主嚟噶嘛？點解佢唔係佢係嗰啲做嗰啲嘢嘅物主嚟噶嘛？你租都要俾錢啦，係嘛？即係話我唔撚干涉個海權喺度嘈冤巴閉啫嘛，收翻本啦。咁你乜你贏唔撚到？你想搏咁搏唔撚到，你咪收翻本咯，習先生嗰啲建築費啲嘢啱唔啱先？你起個平台幾錢咪收租啊？你做收租最好啦，收撚到我租夠撚咗嘅交俾聯合國成本啦，收夠嘅咪交俾聯合國收。你我收緊咗嚟，咁咪做改良嗰個環保改良城啦，另外一個故事啦。咁你叫中國無端送緊咗咁多錢出去，又唔撚點啊嘛？個個嘈緊巴閉話，唔係我收租喎，咪算緊做。印度真係用個方法掂噶，俄羅斯大哥出嚟又掂，叫到嘅俄佬呢啲佢威啊嘛，佢個拍賣行東主抽水，屌你係咪有咩所謂？咁你普京啊捧佢上台啦，攞諾貝爾和平獎啦，又吹水嘅，世界真係吹水嘅啫。咁啊，你做到真係攞諾貝爾和平獎啊？習近平同普京兩個，你可以做場戲㗎。嗱，同印度，屌你乜嗱，我哋聽日開火，屌乜扮一輪先，跟聯合國出嚟，咁你跟住兩個炸弟弟傾偈，咁啊叫普京大哥出嚟擺平，咁啊攞獎。扎馬噶啦，打緊啦已經，屌你啦係嘛？屌人生一舞台，你嗰套係戲嚟嘅，睇你識唔識去玩嘅啫嘛。嗱，你啲低級幹部聽到，記得寫撚清楚，話俾老闆聽，你香港郭先生叫你和為貴，唔係驚撚咗人，係用蠱惑仔嗰招與和為貴，啊搬曬飛機大炮出嚟，執撚曬馬，唔撚和嘅曬冷，係咁撚簡單。好，有咩問題咁啊？嗱，咁啊，另外美國咧 ，CIA 就設立一個中國任務中心，目的係乜嘢咧？其實呢啲人早有啦。有人問過我啊，有人問過我，有啊，梗係有咩國界咩中心佢有啦。係咯。但係寫明中心嘅唔多嘅。哦。韓國中心、伊朗最近都收咗旗，當中針咧搞出嚟㗎，搞多咗個伊朗同韓國，我記憶中啊。蘇聯的情報誒嗰個任務中心不嬲有啦，但中國冇咩，不嬲有。但係功能唔係咁樣，即係個功能咧就佢哋，你要知道美國啲制度咧好古怪。佢而家俾佢獨立咗咧，擴緊大個職權。以前佢喺另外嗰個東亞太平洋嘅。的情報中心下面有個中國喺度，中國大陸啊，係喺嗰一 part 嗰度嘅，好撚古怪佢名，好似東亞太平洋啊，又唔係南太平洋啊，個招牌啊，東亞太平洋下面有個中國嘅中心，個編制唔同，而家咧就唔同啦，而家跳咗出嚟。直情係一個獨立編制，直情喺個嗰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下邊，變咗你
用的錢啊，各方面咧好龐大的資源俾你，同埋佢又將佢嗰個司法局啊、商務局啊、國家安全局啊、黨國土安全局啊、中情局啊、聯邦啊、FBI 啊，全部啲頭咧都入埋喺呢個中國任務中心嗰度。咁啊，變咗佢攞嘅經費咧可以好龐大。第一，第二咧，佢對外工作唔同啦。佢可以同嗰啲歐盟啊、其他嗰啲沙俄特啊、五眼聯盟嗰啲全部嗰啲情報互相交流。佢可以即係自己獨立做曬，唔使請示啊嘛。咁大家唔好疏忽喎，點解話咩？你要留心睇 Donald Trump 嗰陣時，佢到最後司法部係唔撚俾佢開 court 噶嘛？記唔記得啊？最高法院。不肯是法院的事，那個招牌打法院，你們走不走搞清楚？你說最高香港法院有能力嗎？但美國那個司法部是很大的鑊的， FBI 和中情局是司法部管的，用人啊，誰做用人用成是司法部下來的，不同你其他那個國家的。司法部下面有 CIA 有 FBI， 兩個頭都係司法部長委任管噶。你個總統推薦人需要佢個司法部批噶，所以屌你個當當真要褪噶。你同司法部作對啊，即係同 FBI、CIA 作對。咁大家知道中情局係對外啦 ，FBI 係對內啦。但中情局不夠用的喔，你要分撚開了喔，你中情局收情報，但中情局不負責去調查很多東西的喔，不夠人手的喔，那是FBI去做的工作，整套系統做調查，當組織，怎樣送你上court，違反什麼罪名，就全派是FBI去做的。中情局負責收集情報，搞顛覆啊，搞成佢哋搞。但你又唔好忘記喎，點解而家最重要？點解佢而家去做個中國任務中心咧？屬於情報系統咧，以前都有噶。你一講到話你情報系統，你要分別啦。點解要做情報系統先？基於乜嘢理由？你又係偷人哋啲情報啊嘛，啱。咁啊，公司都有情報系統㗎，而家做商業都有商業情報㗎。想數人哋嗰啲技術啊，數人哋啲專利啊，想攞人哋公司做緊乜嘢啊？咁你做個情報系統嗰一個部分咧，去攞人哋啲資訊咯，其實叫資訊，但不嬲咧叫佢做情報。但係而家你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咧，一講到情報咧，梗係涉及007嗰啲噶嘛。大家喺個腦喺個畫面咧，就即刻 copy 咗《鐵金剛》嗰啲電影嗰啲情節啊。當你睇哇啲軍情節啊，啊 MI5 啊 MI6 啊，屌你嗰啲情報系統啦咁樣樣嘅，你個畫面就係呢套嘅，就是007《鐵金剛》嘅，唔係咁樣樣噶。那套東西是英國佬有的，007鐵金剛，你有沒有見第二個國家派的東西？美國都沒有，因為他那套東西呢是英國人那麼多殖民地當年周圍聊事鬥非，屌你仇家多，屌你又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咁啊變咗有占士邦呢類型嘅人出嚟，嗰時佢係占士執行任務，所以有個 Q license， 你明唔明啊？劇情需要啊，屌乜請示得嚟都唔撚使做嘢啦，所以俾咗個殺人執照佢，係英國佬當年有嘅，第一國家冇，但俄羅斯另類㗎，俄羅斯另類㗎，俄羅斯嗰個契卡搞出嚟。
即係當年最早嘅契卡，後屘變 KGB 嗰啲，係另外一個歷史發展嚟。但講話啲情報組織，首先你要知道點解要搞情報組織。舉個少少嘅笑料啊，譬如大貓係我對手，我唔使搞情報組織嘅喎，透明度高曬，情咩報啫？屌你咁樣，想收咩情報？周潤部啊，即係你對付我郭某人唔使搞情報組織喎，因為自己自爆曬啊嘛。由僆仔到出嚟，點樣撈嘢？幾時做咩做咩？屌你唔使我噏撚曬，你唔使嚟查。咁你仲做咩情報組織咧？情報組織就係因為你嘅對手唔撚透明度，就要有呢個機構咧去搜偷你嘅資料啦。共產黨國家最透明度唔高噶嘛，鐵幕國家以前唔啱啊，但到而家中國共產黨一樣係透明度唔高嘅。透明度不高的國家，你怎樣定政策？怎對我國際組織採用什麼態度？你出去投資或者出去派人去讀書，你背後的動機是什麼？你派出來的人物是有什麼任務帶著他腦袋？因為他擴張到這麼大嘛，因為以前他那個東亞太平洋情報中心下面的中國科不夠用嘛，要擴大編制嘛，就是你出嚟嘅嘢太多啦，無論喺政治啊、經濟啊、軍事啊各方面滲透太大，就你透明度唔高，人哋先搞個情報中心咧，佢對撚付你。如果透明度高，搞嚟把撚啦，啱嘛？你唔叫搞個情報中心對付瑞士？屌你係咪嘥撚氣、嘥錢啊！所以你中國共產黨咧，你有陣時你嘅方法咧，你係佢哋係好落後噶嘛？而家既然間嗰互聯網時代個資訊咁 open， 你中國都要跟上時代，要開放嗰個報禁啊嘛。有外來嘅新聞記者啊駐中國啊，有外國人把記者，你個資訊透明度高，人哋都唔使嘥時間去收你嘅，唔使嘥時間諗你諗乜撚嘢啦。做情報工作就基於你面對的對手咧，你係唔知啊，唔清楚，咁你先要搞情報咁啊，清楚啱咩？問題內地而家唔單止唔發啊，即係唔將新聞放出嚟喎，仲要禁止網絡放喎，點睇啊？我做過都要禁，即係呢個要公道講説話，九億人唔夠2000蚊一個月，九億啊，唔係900萬啊！他的文化水平、思想，50多個民族，他是會被外來的資訊干擾了他的想法的嘛。香港其實要禁啦，那個不是叫禁，那個叫過濾，是劇情需要的，國內。你不要用你的世界，就算你在美國都禁你的言論，喐撚咗你，你唔知啊！佢唔係開聲禁，仲撚衰撚過禁，整撚蠱你噶嘛？美國好撚陰噶，去剷除嗰啲政治異己，啱啱啊？得兩個黨、兩三個黨玩撚曬嘅成個國家，你唔信你試，真係搞啲政治組織啊！你去試下啦。你會人間蒸發？係冇禁你啊！唔好講人間蒸發，你周身唔撚掂啊！日日俾人告啊！屌你，我行出街有架車撞你，老母又賠錢啦！你周身唔得閒，邊度得閒去搞政治啊？佢咪會撞撚到你交通意外告柒你，你周身唔得閒啦！唔係攞你命啊！嗰班條友啊，撞撚完嗰條友受傷啊！屌你，咪告鳩你咯！你咪得閒仲走去開會搞政治啊？他不是拿你命，你沒搞錯，他有很多方法的，就是一些明一些暗的那種意思，那劇情衰，但你說為什麼要禁，一定要禁，不是叫禁，要管制，
屌我打開手機一睇，撚到嗰啲咁嘅遊戲機掟出嚟喎，火都嚟撚埋啦！屌你老母親都搞乜嚟？一大堆一扎一扎啲咁嘅公仔跳嚟跳去，屌你有乜打佢傻嘅？你一睇啲人而家話要嗰個由於遊戲多人睇，佢知道個世界戇撚鳩，咁撚多蠢人嘅。當然你話咩電影咧就唔可以反駁，唔係嘅。咁你個電影睇撚完咧，要將個人類噏機噶嘛？睇撚完蠢撚咗嘅，睇嚟託撚啊！你做個主角做乞衣啦，啱唔啱啊？咁撚戇鳩，係嘛？屌你有冇整個公仔要個靈堂死人公仔咁撚樣？屌你啦，冇閪！你撚戇鳩啊你係咪？拍啲鬼娃娃就啱，屌你咪拍恐怖片，完全都落撚後嘅。屌韓國嘢唔撚值得睇嘅，咪得撚罪啊！未叻撚過咁嘅國家，全部差人嘢噶嘛。偷鳩曬日本仔啲嘢啫嘛，日本仔係好撚忍得，唔撚出聲。日本仔最多投資喺韓國噶嘛，當年走走唔切啊！但日本仔有修養啊，偷撚咗算數，唔出聲，唔講你北事，冇出聲。你問你韓國仔邊樣嘢唔係偷翻嚟啊？你叫韓國仔？邊撚個有人格嘅啫？屌你有冇最有錢個都搞啲衰嘢，坐撚埋監 ，Samsung 老細嗰啲啱嘛？任任總統坐監嘅，屌你有乜冇道德行為嘅？你有冇真係睇佢啲嘢？睇撚完你都黐撚咗線啦，唔值得睇啦。呢啲係我個人嘅意見嚟啊，因為我太熟佢哋嗰啲人啊嘛。你老母同佢做生意，廣東話識講啊，初初托你老母水龍全部講韓國話，我屌佢老母嚇！同西班牙佬一撚樣，屌你咁樣。但西班牙佬仲高級啲，唔撚走嘅，對撚住你笑，屌你老母，你一火嚟啊！全人班都咁撚啦，屌咩西班牙、菲律賓、即係韓國，我幾時翻撚過？由新羅高句麗嗰陣時開始，嗰啲國家未撚叻撚過啦，鑊鑊屌咩做中國嘅，俾人揼噶嘛，啱唔啱啊？又俾俄羅日本仔又揼撚過，俄羅斯又揼，明朝啊做我哋凡俗先至叫同佢擋撚住架仔啫嘛，啱唔啱啊？高麗咪咯，高麗咯，新羅咯，啊！仲有個居誒居告嚟啦，三個全部。所以佢哇，由於遊戲我呢啲屌你啦，唔好戇鳩嘅嗰啲人，戇鳩仔先睇啊！睇得完你冇進步。嗱，你話佢嗰個由於遊戲，我介紹大家睇一套《神聖遊戲》，有劇集嚟嘅。睇完咧，你有進步啦。印度拍嘅劇集，全世界賣得啊！神聖遊戲啊！佢哋印度都估唔到全世界收得。你睇完咧，你會睇到個政治宗教嘅分歧喺邊度細。但佢好奇怪，佢喺個包頭阿叉做主角，嗰個旁遮普人。包頭阿叉係石金嗰邊，唔係北印度嗰邊噶嘛，喀薩米高原嗰邊，成日搞獨立。但拍得好嘅，我睇咗《神聖遊戲》，而家出到第二季啊，第二季都完咗啦，《神聖遊戲》啊，大家睇下啦。有咩問題？咁啊 ，Doctor， 你對中共權鬥點樣睇法喎？你要不嬲鬥啦，一路都鬥噶啦。佢嗰啲係中國人鬥爭地盤、鬥爭女人、權力財色啫嘛。正愛陳圓圓都話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咪爭女咯，咪打仗，係咪？跟住咗佢老豆唔，有歷史噶嘛？跟住咗佢老豆唔開關啦，係咪？嗱，抌咗陳圓圓就唔得啊嘛！爭權咯，話殺老豆殺兄弟都殺啦，爭個皇帝位又係咯，係咪？爭地盤咯，打到七國咁亂咯，來來去都咩中國？所以而家你共產黨你點樣去做治天下咧，真係一個學問嚟。而
你要設計個好嘅遴選制度。但佢個制度好撚殘忍噶嘛，二把手害你，一把手撲街啊嘛，香港都係啊。嗰時嗰整個嗰啲董建華話你撲街啦，因為你董建華撲街咧，政務司 acting 啊嘛，咁咪中途退卻咯，咪曾蔭權上去做咯。再整撚殘你曾蔭權撲街，咪第二個人上去咯。一做二把手過害鳩你嘅佢個制度啊！你做錯嘢咧唔出聲，望你撲街，撲街我坐你個位啊嘛。所以你要整嗰啲特首制度咧，係下邊有三個政務司咧就啱啊。我落台唔知邊個錯喎，或者輪流錯，變咗佢嗰個謀權篡位嘅心咧冇咁重。呢個制度設計嘅問題。嗰日你話你習先生落嚟邊個上咧？佢其實夠鐘落噶嘛，根據佢哋黨內制度做兩任啫嘛，七上八落啊嘛。邊個改啊？你話改啊？你話改啊？改啊？七上八落噶，咪呢啲位都唔好做啦。坐喺度日日行樓梯底，戴頭盔啊！嗰兩位成年都唔敢出國啊！人哋晚則傷啊，或者中國元首唔出國，佢點出國啫？出撚咗去俾人生咪又有，翻撚咗嚟嗰扎嗰啲扎嗰啲嗰扎保鏢要隔離隔離，咁咪冇撚曬玻璃隔，屌你咯，咁冇嘢啫，冇交啦嘛，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嗯。嗱，我就唔好講其他因素，就講兩大因素。你話權鬥啊，權鬥用咩？好撚多人就係行撚開冇咗個位噶嘛。他們要一些位置來保命的嘛，做一壞事多嘛，他打老虎的嘛，和黃岐山，我們看新聞說，我們照一下，以少直說而已，那你跟黃岐山拍檔打大老虎，打那麼多隻老虎，又周永康，又徐徐漢，什麼都打完，我屌你媽，你不怕啊？怕是很應該的，是不是？現在驚人治國嘛，現在連香港屌你老母都驚，香港搞獨立，你咪驚啊？幾撚驚啊？幾撚驚？係嘛？無槍無炮無城，屌你老母驚搞獨立嘅，你咪驚唔驚？係好撚驚咪而家中國，不嬲都驚噶，做官點做人啊？我哋慣咗驚噶嘛。慣咗。你貪污啊驚？唔貪啊更驚。係啊，得個驚字噶，中國啲官員。或者個個移民先，正常啊！佢個制度令人哋唔安全噶嘛。而家你香港人自己都驚啦，話又驚講錯嘢，又驚貼撚錯大字報，貼張嘢喺個廁所度啊，俾人拉啊個經理係咪啊？撚俾擔保添係咪啊？咁你驚唔驚啊？係嘛？佢係製造個恐懼嚟管個天下噶嘛，因為佢自己驚。所以都要嚟鬥驚。佢咪要整啲嘢，希望唔使咁驚咯。咁你死唔死啊？咁咪大家一齊坐喺度驚啊！驚㗎。所以個制度唔健全㗎，唔健全㗎。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啊，有網友就問啊，內地地產公司點解可以欠成幾十萬億咁巴閉嘅咧？地產公司即係國家公司啊嘛。有急埋曬啊！唔係一間，即係所有做地產公司咁。唔係一間半間。所有房地產公司。咁啊唔出奇啊！計埋地方房地產公司，政府啊，全部政府嘅。衝大頭借。你可以話俾你聽，你普通人你冇可預一百萬資產可以借你嗰千萬，或者借五百萬。一百萬資產你最多都係借三十，已經好撚好嘅啦！大陸做生意啱唔啱？嗯。佢借得咁撚多嘅，唔係。不是民營公司，大貪污嚟嘅啲，全部錢謀曬，呢啲錢係全部人民嘅血汗錢。你一問下習近平，你俾個説法我啦，咪企撚咗喺度。點解會做生意冇咁多資產抵押借到咁多錢？可以借，但你拉唔到噶嘛，全部政府有曬關係，銀行全部。因為你啲結構性一條龍貪污咧，冇得告。一告屌你，冇九千萬，我黨員都要坐監喎！屌你，我係點告啊？
所以你要行特赦噶嘛，咪要行特赦噶。你香港行特赦啦，廉政公署 ICAC 都要行特赦啦。中國要嚟一次大特赦噶，全部坦白從寬，將你以前貪污古靈精怪揾我嘅錢交翻翻七成上嚟上訴，或者八成多嘅，譬如話要交九成添。屌你老母，你多撚咗100亿交九成，你有10亿啦，我你唔死啦，係咪啊？我哋而家咧有1000万嘅，唔該你交一半算數啦，真係真係要大特赦嘅，唔係咧你拖撚住條尾啊，尾玩尾了噶，大家重新上路咯。呢個又係以和為貴嘅招數嚟，佢哋要保命啊嘛，揾到錢，我都多撚咗啦，我而家有3-4百亿喺海外，交撚翻七成八成俾國家啦，咁你咪。算緊數咯，100万勾銷算緊數，要特赦噶，要特赦噶，真係要特赦，和為貴真係要特赦。第二個問題。咁啊，好多大公司都離開內地，點樣睇咧？佢唔走唔得嘛，你又疫情又剩，又人工又唔掂，制度又唔掂，話跟住你又整個嗰個喺而家國內做生意好貴噶嘛成本，跟住而家你又停點點做啊？停電喎點做啊？成1800蚊一噸啲煤搞撚到，哇！咁你喺佢去越南去印度去第二度好過啦。你去印度承接曬你嗰啲大公司啦，同埋你唔守信用啊嘛，最慘。同埋有個台海嘅風雲，又有南海風雲，你一打仗我都要走啦，點知幾時打？啱唔啱？因為你班戰狼製造到。不穩定嘛個局面，梗係走噶，走係正常嘅，走係正常。所以我哋叫搞和為貴咧，就要俾人哋有個安全嘅環境。你香港都無撚端都100几年都冇搞到咁撚人心惶惶要走噶，就是、你嗰啲政策老撚土啊嘛，用啲人又老撚土啊嘛，透明度又唔高啊嘛。同埋你用緊曬嗰啲殘神殘官上場啊嘛，鳩噏喺度嘢啊，係嘛？哇！發展咩大西北啊，香港大西北啊，咁屌你乜錢何來咧？派個幾千蚊，屌你咩分期付款嘅手撚怪啦！派個幾千蚊啊，最近屌你都要分期付款嘅，派得幾多肉酸？屌你係咪？仲一千蚊。咁究竟你香港儲備有冇俾中國借緊咗咧？又未知何撚來錢啦！攞住先。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內地就宣稱咧研發出嘅晶片係世界第一呢樣嘢，點睇？吹水。佢又唔係話晶片第一，佢嗰個光刻機係世界第一，貼緊曬新聞喺度大幅吹水上海。有可以話俾聽，你習大書記，你絕對唔可以信呢啲冚家產，信一成你都死。信你一成。逢喺實驗室做啲嘢出嚟咧，多數唔撚得嘅落市場。佢都戇撚鳩嘅，屌乜台積電啊，都係做一範嘢嘅啫。做唔曬噶嘛？人哋一收製台積電即刻做乞衣噶，因為美國人設計嗰套嘢好撚厲害噶，荷蘭揸權，英國揸權，日本揸權噶，自己美國係揸權，要夾撚埋先至可以約噶。台積電玩一套嘢，你加工做撚完嘢，淨係做嗰啲光刻機嗰部分嘅啫，你冇佢嗰啲嘢，你行唔喐噶，行唔喐噶。做你有都冇卵用，你乜你共產黨當你整到部光刻機佢死，佢買唔到咪而家佢自己做到啦，做到佢當屌你媽，我哋超前世界喺度大來大股，前你老母啊前，前屌你媽喺你華為都唔使養豬啦，係嘛？行7G啊，遲啲唔止6G啊，6G半都有人用緊啦。早2年我哋知道香港用緊。不過人哋唔講啫嘛，即係自己內部嘅總部嘅寫字樓仲用緊。
唔使 WiFi， 如果有燈就得啦，有光線就行到啦，知唔知啊？所以屌你老母啲烏撚釒釒，我哋屌你咪殺人咧！我話中國好慘噶，俾啲咁嘅殘神啊、奸仔啊、古靈精怪啊，屌你咪啲錢使得好撚冤枉噶，個個都冇個心為個國家嘅。你行多兩步，嗰啲鬼油處理咗佢，落個桶度拎去賣撚咗佢咧，處理咗咧就唔會。佢咪佢上手倒撚咗落地，點啊滲撚咗啲機油嗰啲廢嘅機油滲撚落地下水，搞到而家屌乜全個廣東省、全世界最多 cancer 係中國，世界嘅總和中國佔一半啊嘛 cancer， 咪屌乜地下水咯？佢將嗰啲水同嗰啲廢嘅機油咧combine埋一齊，變咗一種好撚古怪嘅物質出嚟。嗰字我都唔記得點樣讀啊，好撚古怪嗰種元素係致癌嘅，屌你咁嘅性質，改唔撚到啦。因為凡係環保咧，你初期你投資落咧係重嘅成本，但你長遠睇咧，你係賺咗嘅。到你破壞咗之後，你再想恢復原狀嗰時候用嘅錢咧，好撚多錢，都仲係搞唔撚掂。環境搞唔掂。你已經成咗世，傷害咗啲土壤嘛，種唔到嘢啊，污染咗啦嘛，知唔知啊？即係你將件衫倒喺墨水度，屌你有冇啲物有排洗啊？你之前你防止唔俾墨水染污你件衫，你咪成本輕咯，係嘛？係啊，好撚大鑊噶！環保而家遇上就呢個問題，但你落國家冇計喎，啲人嘅教育啊、意識啊、政府啊、貪污啊咁，係咪？第二個問題。咁啊，呢啲同貪污有冇關係咧？呢啲有冇關係？唔一定貪污嘅，屌！唔係話有工程一定有人貪污嘅，你個粗疏啊！因為佢落嗰啲聽帶咧，落到好平，變咗計嘅數咧就冇計得咁準。咁一到有天氣又變化，咁咪自己沉降。如果你以前嗰啲工程有價錢做嘅，係咪？佢咪落足材料咯。好似我哋以前九，我哋而家我哋九龍塘起嗰啲屋，我都叫人打裝打緊到係起六七層噶。咁建築師話：你使乜咁樣搞啊？屌我唔係多多錢啫，多三兩百萬。將來政府一改 proposal， 我就冧上就得啦嘛，唔使推冧佢啊嘛，又快嘛，你明？即係我個結構夠力啊嘛，即係半島一樣，講半島大家最開心。又太陽幾撚犀利？八鳩幾年前已經屌你咩？將個盤莊打到咁樣厚，打到起到咁高都冇問題。即刻就加上㗎啦，唔使推冧。嗱呢啲就係智慧啦。睇幾撚遠嘅時間嚇，睇到自己死咗之後添。我而家同我買新 set 咯，個九龍塘嗰個人都係噶，佢隨意加上去加到六七層噶。因為我當年佢未買之前睇地盤睇到，喂郭生點用到咁粗嘅鋼筋？我準備加建噶嘛嚇，加建我隨時變乜世界？而家就嚟變啦！香港個 proposal 放寬嗰個土地容積啦，你咪加多兩三層上去咯，唔使推冧佢咯。就好似學半島咁咯，就咁喺樓上就咁砌上噶啦。砌積木咁砌。你個承重力夠嘛？而家我間街起緊嗰度都係咁樣噶，我設計。我係唔見多三幾百萬嘅，但我冇所謂噶。我賣俾人話賣俾人聽，人哋買得好撚安樂噶嘛，又開心咗啊嘛。嗱，我俾到積你睇啊，我哋用到咁樣嘅，準備可以起多三幾層。環保啊！呢個真係你推撚冧咗佢噶，成間半島推撚冧佢，再起高啲仲得。你睇人哋啊，就咁加上去嘅啫。呢個咧就係睇到人哋個民族嗰個遠景，都唔睇係準備賣嗰件嘢。屌你買炒家樓喎！屌你啦，冧鳩咗算數，賣緊咗中國啲咩豆腐渣工程咯。你冇遠景，就睇呢個做人啦。即係為你守時老實，呢個咪睇遠景咯。我而家咪喎，揾人扮賊喎，屌你乜偷蝦拐騙喎？呢啲人咪睇近景咯。咁你去交手，你識啲人把撚咪？你有揀噶嘛？識人，等於網台都有咁撚多網台，百花各有各嘅市場。
係嘛？有啲人問我喂，嗰邊個台，我個撚個都好聽，啱你聽你咪聽咯，唔啱聽唔撚聽。人係生噶嘛，百貨中百客，係嘛？我哋想聽粗口嘅嚟我度，網台講粗口多嘅，我都算多粗口噶啦。但我劇情需要講嘛，我今晚少講噶。你講啲嚴肅問題，點解講粗口啫？但你講到嗰啲衰嘢，火都嚟撚埋你，你又要幫啲人屌柒嗰啲殘官，因為你唔屌柒佢咧，佢當佢好撚叻，侮辱香港人嘅智慧，以為佢就佢割撚咗骨冇人知，所以等你要屌要講咗屌柒啲撚樣咧，即係你黃鳩部嗰啲屌你，乜佢當自己好柒叻噶大佬，佢扮戰狼以為好撚威好撚成功嘛，屌你啦，冇你咪要屌佢先。打柒佢啊！屌你有冇臭閪撞撚到乜撚嘢五百幣一打你打你，屌你黃毅你個撚樣！我肯行入去付出成本啊，揼柒你噶啦，係嘛？唔撚關人事。我睇個撚樣唔撚上眼，揼柒你黃毅部長得唔得？係普通啊，判一年判撚夠兩年咪兩年咪兩年咯。我肯俾成本啊嘛，你以為你有國安法大撚曬啊？嚇嚇鬼啊！係嘛？一唔撚射你就屌你啦！咪當你冇到啦，咩反冇撚用噶？你夠秦始皇嗰時啲法西你一撚樣作反啦！秦廣唔勝，屌你咪共產黨瞓撚醒啦！官逼民反啦，係嘛？乜撚嘢完全法冇？屌我唔撚要命！即係等於我哋呢一把年紀，屌你乜屌你屌你啦！你真係拉我啊！話我侮辱習近平啦，上曲咯，大羅大鼓咯。啊！郭某人啦，侮辱習近平啦，你告柒我啦，我做緊咗歷史人物啦，啱唔啱？係嘛？含入間房當打坐啦，屌你咩？係嘛？寫緊低我去食素嘅，咁屌你！啊，特製添啊，仲有功德林買啊，咩？屌你，係嘛？好撚多遊戲玩噶嘛！我哋成名噶，你話因為我告習近平惹禍，屌你因緣惹禍啊！侮辱我哋國家主席啊！我話佢點樣威啊威到我威自己啊，係嘛？一定喺個歷史上有業，啱唔啱先？嚇有冇啊？有。唉，幾撚抵啊！係喺香港歷史上。係啊。跟住我整個艾滋病啊，要放我出嚟噶啦嘛，仲扣留我，屌你咩傳染你，諗冇傳瘡係啊！人為艾滋病啊，你識啲招咩？屌你咩講埋俾聽，我哋透明度高嘅，你唔撚使收情報，我係隨時可以製造艾滋病，驗撚到有嘅，咁你放唔放我？人道理由喎、啊，屌你冇有艾滋病，做乜鬼倉房？屌你咩咪成個倉要隔離？好撚大成本喎、啊，嚇揾到計啊嘛！我哋跑碼頭呢啲好撚難學噶。所以點解肥仔平嗰時喎？如果屌你阿媽佢試過，佢唔使坐監啊，拋都唔使啊！一驗到艾滋病，屌你阿媽冇撚搞啦，仲俾你擔保啊？係嘛？嚇、啊？佢個間房係私人辦噶嘛？我屌你啦！冇你叫我成間間房唔撚開工啊！屌你阿妹咪撲街，唔係政府啊！美國呢間房私營噶，你有艾滋病，我唔該保你大大佬去替當坐啊！唉、哎，我租間酒店，屌你媽嗰啲 guest house， 俾你諗一個人住撚曬，坐算撚數啊！三層高嗰啲，怕撚咗你怕米貴，你唔好快入嚟我哋監倉，屌你咁樣嗰啲大嘅監倉，屌你咪死人噶嘛！幾千人你唔好停撚咗。你玩啲政治，你要撚自由淡定。我哋真係自由淡定嘅喎，唔係我唔會話屌柒你習近平啦，唔會話屌柒你外交部長。我預撚咗你嚟噶嘛，我好撚威嘅大佬，威撚我威士忌，因言入罪，侮辱我哋國家元首，屌你幾撚威！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另一個問題咧就係。香港的新聞戰略又被人打壓喎，點樣睇法咧？唔係打壓嘅，我遊戲規則。屌你，共產黨啊，不嬲都係咁噶啦。告佢洗黑錢嗰、那個網台主持，一洗黑錢好撚易入罪嘅。黎智英嗰啲又係，佢哋點樣講咧？
你三群結隊唔撚得噶，好似我哋冇三群結隊，我一個人，我自己孭撚曬飛，咁我唔會危害到你國家啊嘛。一個人，一人一票，我係一人一嘴，我係一人一嘴，咁你告我唔係有鳩你告，啱嘛？你告我誹謗國家元首好，妄議中央，我乜撚都冇，有冇柒你告？係嘛？你丟架啫嘛，唔係我丟架。同埋，如果你根據個黨章，我哋唔講咧，我哋犯法噶，犯規噶。因為你係中國公民，有責任保護國家嘅安全，你知唔知？你要協助國家安全部咧，要提供情報、提供資訊俾佢哋。立有例噶，唔係我講噶，有條咁嘅例噶。凡是中國公民啊，有責任協助國家的安全。而家我哋提出意見俾你，就睇到國家而家真係唔撚安全啦，俾人圍攻啦，啊，有啲幹部做緊錯嘢，包括習近平先生佢都係幹部之一，係黨員幹部之一做緊錯嘢。我哋根據國家安全法咧，要提供資訊俾你，你唔告我咯？我們收的資訊、收的情報都有我們的渠道嘛，你收完了全世界，是吧？不過我們公開告訴你，就費事你鬼鬼祟祟，我又不喜歡鬼鬼祟祟，公開告訴你，計算過了整門棋，我們經過專家的嘛，我自己有我自己渠道嘛，喂，這場仗沒得打喎，我想做人低鬼佬喎，沒人威的嘛，屌你怎麼沒得打喎。打撚沉佢老母一隻潛艇，打撚沉佢老母一隻禮微之嘅航母啊！中國幾撚威啊？揾咩打咧？打唔撚到就要褪噶啦，褪咧就冇面喎，不如和咯，求和得唔得？逼和，屌你！所以整個與和為貴，古惑仔，屌你老味，係嘛？好似林作，係啊，如果林作咁咪贏錢咯，一撚樣啫嘛，係嘛？走。我哋大條道理咧，我哋講意見咧，係根據中國憲法底下嘅國家安全法。凡係公民知道任何信息涉及對國家安全有危害嘅，要提供嘅，而家我咪提供咯。不過公開提供啊嘛，唔需要鬼鬼祟祟提供俾你知。而家要搞與和為貴，古惑仔拍電影與和為貴。第二個問題，有網友就問啦。保安局長好似代替咗律政司喎，係咪咧？佢叻撚過律政司添，仲叻啲，告撚咗先啊嘛，係嘛？告撚完先通知律政司啊，放緊佢嚟。係啊，因為佢國安法唔歸律政司管噶嘛，佢話嗰個委員會話告得就告得噶嘛。咁呢啲咪共產黨戇撚鳩咯？你一搞啲咁嘅遊戲規則咧，鬼都唔屌你㗎。所以很多嗰啲外資咧都一路撤退，起身㗎，起身啊！起身佢唔敢同你玩啲遊戲。我屌我嚟你香港做生意做得兩做，屌你係咪俾你周啊？俾你全世界通緝啊？無兩位啦，啱唔啱啊？我要同啲朋友做生意來往啊嘛！你以為我同嗰啲咁嘅反共分子來往咪撲街？佢而家啲係捉攞石頭砸自己只腳，呢個共產黨成日講嘅，其實佢自己做撚到捉。仲幾乎要通過反制裁法，幾撚戇鳩？佢嗰啲唔止係測傷權啊，衰撚過測傷權。葵花寶典。自攻。係啊，好撚戇鳩。自攻。係啦。所以我哋成日懷疑咧，香港同埋中國咧有一班無間道，係想害鳩個黨同埋國家嘅。如果唔係咧，唔會咁撚笨柒嘅。你一噏翻撚到話唔俾人慶祝雙十辛亥革命嘅，你撚戇鳩，傻撚嘅，係咪？佢都唔撚讀書，又唔睇歷史嘅傻仔強嗰啲，係咪啊？化黨啊，傻仔！佢為咗上位，為咗擦鞋，啊亂柒咁搞。每一個朝代，佢嘅崩潰，個朝代嘅興衰，都係呢啲咁嘅殘臣搞出嚟噶嘛。你喺明朝就知啦。
連個袁崇煥都殺撚埋嘅，屌咩忠臣嚟㗎啦？咁咪一個大將都死撚埋，最後嗰個都咪清兵入關咯，收工係咁簡單咋？啲昏君啊，屌你乜蒙撚查查啊，斷撚股啊，一意孤行啊，獨自以為是啊，以為自己天下無敵啊，咁咪收工咯個朝代。點解人哋西方世界要設計嗰、那個？我唔撚贊成民主噶，但我贊成咧個制度咧要公平嘅，就係防止有人一權獨大之下咧，一念之間，你嗰念之間咧係成個國家亡撚咗噶嘛？你得爛嘅，你做一百鋪嘢贏九十九鋪都冇撚用，一鋪就攞你命，成個國家亡撚咗啊！日本、德國都係噶。屌你！日本仔整個陸軍將領嗰啲冚家產揸裝個陸軍司令，喊打喊殺咁啊！一念之間就係咁簡單咋，但佢兩個國家好撚彩啊，轉身轉得快，估唔撚到啊！呢個世界奇蹟，兩個戰敗國而家係世界歐洲、德國、亞洲、日本，屌佢老母閪！真係強，真係俾佢吹撚漲係嘛？真係好撚得講啊！佢知恥近乎勇啊！個民族性即刻轉身。第二個問題。嗱咩情咁有網友就問啊 ，Doctor 你咩情況之下你會離開香港咧？係咪好多法官俾人收買咗？我離唔離開香港同我都冇影響，因為我冇生意喺香港。咁我啊今日通知咗啲朋友，我喺未來咧我就會係輪流喺地方度居住咯。日本、馬來西亞、泰國、格魯吉亞，係嘛？香港氹氹轉咯，英國啊、美國咁周圍轉啊，玩咯。我又冇投資一世喺香港，我投資開我啲金融打個電話得㗎。我最緊手機通啫嘛，落盤係咪？全部遙控嘅，手機一撳嗰啲錢就走鳩曬㗎啦，邊使搞咁多嘢嘅？都一把年紀啦，但係香港有機會嘅。即係你如果你冇仔你仔女咧可以去外國讀書，但你留低香港啲大西北發展啦，睇下有冇笨柒揾咯，識多幾個新界佬咯，有笨柒揾㗎，因為都係好大嘅工程嚟㗎嘛。我哋攬住阿何強先。係嘛？係啊，有攬住阿何強先。攬住只腳先啦。咪機會成日都有㗎，睇你自己啫嘛。但你如果你冇信用、唔勤力嘅，你有咩機會都唔關你事。都冇人信你，你冇人信你，何來有本錢啊？就算你有錢，都有人信你噶嘛？喺商場上交易，唔係話有冇錢嘅問題。有時好多微妙關係要講個信用噶嘛。有啲唔公開嘅deal啊，咁你真係要埋尾噶嘛？你講緊咗唔係咁，屌你有冇口話口賠咁啊？邊度我同你做生意？信用始終都要行先噶啦。我哋對啲夥計對啲人唔真誠，邊個幫你手啫？係嘛？人哋唔撚打你份工冇飯食咩？啊！我兩萬唔撚揾我揾萬八得唔得？你唔撚真誠啊嘛！對啲夥計都係我個人係行先嘅，但我冇分別啦，我都係自由身㗎，係嘛？嗯，嗱咁啊，Doctor， 你嗰日可以雲遊天下啦，但問題首先要啲疫情退卻先喎。啊，呢個事實啊，真係最撚真呢鋪嘢。我應該出年應該，而家睇個世界咧就一路一路跌嘅。但印尼咧就傳俾我聽，就跌得好犀利啦，嗰啲疫情下降曬喎。點解？佢話佢哋伊斯蘭教嗰邊幾個長老啊，集咗教徒咧去。祈禱啊，所以有效。呢個係印尼傳過嚟精神嘅力量，唔出奇嘅世界咩事都會有發生。同埋都聽講話有啲藥已經臨床實驗成功咁滯同我哋萬金油一樣咯。因為我哋嗰啲冇人揾到笨診啊嘛，冇錢賺啊嘛。佢冇嚟冇都整一批嘢出嚟賣收你錢喎，講嚟講去收錢，係啦，冇錯，都係 money game。第二個問題，咁啊，我讀少少係
有人感謝阿 Sir 你嘅，啊，咁啊，佢本來咧就要做要做膝頭嘅關節手術嘅，咁但係就照阿 Doctor 你嘅方法咧，已經好咗八成啦，就多謝曬你。停一停先，呢個要補充一下。如果有人話要你做膝蓋手術咧，你儘量咧就嚟揾我哋睇一睇，因為佢咪做完咧冇尾啊。幾年呢你又再重新再做，是不穩定的。那個組織你死了或者枯坐是有方法令它營養行回，我們幫過幾個人手，他原本是預約了要做手術，我們不用你試一下方法先，那真的預約了的，他的阻塞啊和那些氣脈不通啊，但都要夾一些功法俾佢自己練翻下嘅，咁樣精神爽利啊！嗰陣時有次阿婆婆咪同我哋去隔咗間壓嘅，係啊，幾精神啊！啱啱成八十歲啦嚇，跟翻我哋行啊，就係好翻。咁啊，大家我哋逢禮拜六咧，阿鍾醫師喺度，啲無名腫毒啊，啲咩名嘅攞意見，你咪嚟咯。咁啊，想學啲課程咧？課程嘅咪報名咯。但就我哋補充嘅，我兩個課程都唔收國內嘅人嘅，唔收內地人嘅。嘅理由咧係保護佢哋，因為根據中國嘅法律咧，你喺中國內地同胞跟外邊嘅組織任何嘢聯絡咧，你要報嘅，要申請嘅。如果你唔報咧，有陣時同外邊通訊咧，你會帶嚟你好多麻煩，即係呢個真係無謂，我哋善意嘅。好啦，或者你喺香港揾個親戚嚟報名，報咗名之後佢俾啲資訊你睇咧，呢度我哋就冇所謂。私底下就我哋唔直接嘅，我哋嘅，因為我哋個文化中心咧係一個機構組織嚟噶嘛。你境內你內地嘅人同外邊嘅機構聯絡咧，係要申報噶，唔係咧你引嚟好多麻煩。咁所以我哋。為了保護人咧就唔收，但你可以叫你親戚香港人報名，報咗名你私底下寄翻啲講義俾你，同我哋直接冇關係咧會好啲咯。即係你當係做研究嘅保健嘅資訊啫嘛，啱唔啱啊？你唔係話同我哋直接有關係，呢個係好無可奈何嘅國情嚟嘅，大家要諒解啊！我係保護人噶嘛，我保護到你，即係保護自己啊，係嘛？咁嗰位網友仲話啦，阿 Doctor 你咧，佢嘅媽媽咧就照 Doctor 你講嘅方法去做咧，就冇咗失眠啦，好翻添。咁啊，咁神奇。有啲撞彩嘅失眠，佢啲心結啊，你一化解咗佢，咪冇嘢咯。因為你嗰啲心結，即係等於你杯水有啲垃圾喺度，你唔清理咗佢，一路喺度嘔，佢睇唔通啫嘛。你看通了沒事的，我世間就是你的思想想不通，即等於我叫中國共產黨你要搞與和為貴，你想得通你就條條大路通羅馬咯。你現在你讓著那個九段線的平台很重皮又沒有作用，又擺飛機又擺大炮又擺人在這裡浪費錢，不過我收錢還有你又不能敢在大羅大軍怎麼焚疾你啦，對不對？你又宣示主權啲多撚魚啦，啱嗎？呢個面子唔係咁樣擺法嘅，係嗰低檔嘅人先要面子啫嘛。真係有料嘅人使咩面子啊？佢行出嚟我就名牌係嘛？要咩面子啊？尊敬最緊要係對你尊唔尊敬咧？不是說你自己扮去爭面子的黃溝，你跟什麼人爭面子呢？ 你學中國共產黨不能黃溝，在非洲 做大哥夠有面子，這些面子是你要的，派錢的，他老母你一派錢拿面子，浪費人氣，那些不是面子，是不是？那些行賄，聲大大成，你六十多個國家支持我們，屌什麼全部蓋幫國家，你老母的錢是我們中國人的，我們不需要這些虛榮，對不對？我哋嗰啲課程咧，你
有機會讀咧，讀得過嘅，因為一個係身體保健，一個心靈發展保健，兩套嘢。人係好簡單啫，你唔好搞咁樣複雜。健康增長財富，有啲智慧已經係好撚安樂啦。邊度搞咁複雜啫？咁撚多大條道理，屌咩講咁撚多嘢㗎？因為琴日我貼咗張文出去，我話因為我搞呢個生日盤菜宴咧，有啲人就啊，嗰陣你成日教啲人做好食定喂，我哋搞錯，我人先可以做到噶嘛。俾兩句説話，只做好事莫問前程呢兩句説話係人先做到嘅，其他動物做唔到嘅喎，啲動物都唔知咩叫好事同壞事，係嘛？所以話啦，只講好事莫問前程呢兩句説話係人先做到嘅，你唔做咧，即係好撚戇鳩喎，動物做唔到噶嘛，唔關宗教信仰事喎，又唔關話我信耶穌教師俾受有福。我又唔關信佛教慈悲平等，完全冇呢回事，因為係人先做到嘅，做好事。因為做好事，你知道咩叫好事，咩壞事嘛。所以我嘅座右銘就係只講好事，莫問前程。小勞多得，玩到九十九收工。四句説話啫，就概括我人生噶啦。都使唔撚複雜啊？係人做到嘅嘢，你都唔撚做。乜同自己過唔去啊？問咩前程啫？應該做噶嘛？即係話我又講得好婉轉嘅，我哋都叫做啲錢使唔曬嘅人。我嘅標準嘅生活係使唔曬噶嘛？我喺三十年前定咗一年用100萬嘅交際費，交際費100萬，我個人開銷喺個集團公司。但未計我人工嗰啲啦，我都使唔曬喎交際費，所以點解世界做咁多工作？即係你啲錢都使唔曬，當然你真係賭錢賭剩，又真係又追香港小姐，梗係好撚快使曬啦。但香港小姐我哋唔會追噶嘛，係嘛？嗰娛樂圈啲人我哋又唔撚會去追噶嘛，好撚嘥時間噶嘛，要捉棋咁樣投撚尺啦，啱唔啱啊？你要諗佢喎，我諗多啲第二樣嘢好過啦。同埋世界咁多佳麗，一行啦烏克蘭屌你係咪？去格魯吉亞啊，去南亞嗰啲多國家幾撚靚啊！咁樣投石追你都嘥撚氣係咪先？同埋你嗰全部嗰啲咁嘅爛拖鞋嚟咁啊，都俾人幾撚多手車啦，唔係二手車啊，三手四手車，冇撚搞啦嘛！所以我哋嘅標準咧，即係話我啲錢使唔曬。以我自己的生活角度來說，我做不完的，那你不肯做好事做什麼呢？即是跟自己說的，所以大家應該做的，這個是中國的文化來的，富者普及天下的嘛，窮則獨善其身嘛，很多千年的了，這兩句說話對不對？是儒家文化來的，所以我哋中國咧慘㗎，你整個共產黨上場管個天下，中國咁撚多文化，咁撚多精辟嘅嘢，佢唔撚用。老子、孔子、莊子、鬼谷子、啊墨子，個個都有啲所長㗎嘛，好多精華㗎，你識用咧好舒服嘅。當然啦，佢冇佛家嗰個咁深層嘅智慧，但人世就啱。但人世間夠曬用㗎啦。因為我哋嗰套咧追求解脱個輪迴噶嘛，我哋佛家都唔撚好玩嘅。你當玩咗8年，玩到99咪如何咧？全部都帶唔走，係咪？歲月不留人嘛，當我後邊個招牌啦，射撚住玩到99，到你玩到99如何咧？都係冇撚意思嘅。咁啊，未來咧99之後點咧？我哋為嗰度打算噶嘛，喺佛家，唉冇撚搞啦，真係嗰個世界係苦嘅，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有網友就話啦，親人咧就已經有靈位安放咗啦，咁啊再參加啊，即係如果再參加啊 Doctor 你嘅美國嗰個孝思紀念花園咧，
會有啲乜嘢分別咧？兩者之間？方面股咁，冇搞緊錯先。你唔係嚟參加我哋個考試花園擺位，唔係，係你贊助我哋個花園嘅工作，個環保工作。你係幫你先人做咗件事，為咗紀念你先人，就贊助我哋嘅工作。咁咧，我就將你哋先人嘅錢咧，大家睇到嘅，我貼曬出嚟嘅。有啲錢啊，拎去起廟啦；有啲錢啊，就走去施食啦。喺美國好似，屌咧，美國真係好撚大鑊。而家我哋開始籌備緊送睡袋啦，又屌咧，都點解咁撚窮嘅？但我啲人唔係窮喎，佢唔撚去攞救濟金喎。屌你，有露宿者之家唔撚去住喎，好撚難搞噶，仲撚複雜嗰邊。一樣咁撚多人需要接濟，咁我咪用大家啲錢，咁啊去做好事咯，即係幫你哋做翻啲好嘅事，幫啲先人修復。咁我每日我做功課咧，就要回向功德俾你個贊助人噶嘛。咁但係我哋而家咧有一樣嘢啦，你贊助我嘅花園，我咧又去贊助馬來西亞起一間最正宗嘅寺廟嘅佛寺。咁我而家咪叫咗你，你將個名。紀念邊啲先人咧？俾我，咁我將來喺大廟度咧有嗰個大嘅紀念碑。嗰啲冇收你錢喎，我免費幫你寫翻喺度，當你贊助起廟啊，即係幫你嗰啲先人咧整翻個廟冧咧就冧啦嚇。留名。留名留名，即係你個廟冧咧就冧啦嗰塊碑。咁我唔知間寺廟幾時俾人炸撚冧啊，大佬。總之係將你個名擺嚟，有呢、這個。贈送的明白嗎？之前沒有說的，這部分有一個未做到嘛，有一個做到嘛，做到就會益一下、你信任我來贊助我，你不是說永遠贊助我，就算他一人贊助了一年，我們那個美國法院我都放你的名字，讓你贊助就可以了，即是怎樣緣分啊，有啲緣分，我咪幫你結翻個好嘅緣分喺度咯。係啦，係啦，即係難得啦，因為好難得有間新嘅廟起，即係等於條仔讀完書翻嚟咁撚難得個地盤俾佢玩，即係嗰時空嘅交接啊！如果我咪幫佢手起廟咧，人哋唔會俾我攞個大嘅場嚟，一大幅嘅廟嘅場嚟做我嘅工作紀念一班人啊嘛！你明白啊？呢個係好湊巧嘅。咁而家你啲人去加入贊助我哋美國嗰個孝思花園，為個祖先做啲好事，呢、這個多咗咯。之前冇講啊，完全冇講過，係我諗出嚟。咦？唔係喎，我都用咗佢哋啲錢去支持起廟，咁啊起翻個紀念碑喺度啦，贊助嗰啲人嘅功德啦，即係個好嘅緣分喺度。名留下千古。唔係，即係都叫做一個紀念性喺度咯，係啦。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咁我可以話喂，你擺翻個名度再嚟收錢，呢啲係好低檔嘅人嚟㗎。呢啲唔係我嘅作風嚟，我係只可以俾人多咗。咁你收錢擺個名個表度好應該啊，啱唔啱？但冇意思嘅嚟㗎，嗰個冇咗意義㗎啦，唔同意義㗎。喺呢個無上功德，你係唔知佢做咗，然後你啲嘢咧係另外嘅嘢嚟。第二個問題，有網友就問啦，Doctor， 你對哈瓦那症候群點睇喎？哇！呢、這個好撚深嘅症嚟，知唔知咩叫哈瓦那？哈瓦那症候群？咩？喺前年開始嚇，俾啲神秘嗰啲音波功無聲無息打落去，令到你。又不舒服啦，有病啦，失魂啦。佢係最低頻嘅聲波啊！啱唔啱啊？係美國佬俾人整蠱搞出嚟，搞搞下咧，唔係整蠱美國佬喎，美國駐外嘅情報人員最多嗰大使館，其他國家都有，好似巴西、古巴度周圍都有。真係呢個真係黑客啦！唔知乜嘢人搞鬼，都揾唔到，揾唔到個原因。但有啲揾唔到原因，專家就話咧，佢係嗰種哈巴拿嘅植物菌，就話有多少係心理作用嘅啫，即係凝住嘅。哇！如果咁咧，你有朋友咧就可以
攞我哋嗰篇祝福文，攞支神仙水噴一噴，叫你念我哋篇祝福文，或者開咗我篇英文版嘅祝福文咧，佢哋喺度念咧，會有或者念個心咒咧有幫助。試下可以，好古怪。好啦，如果你啲有信宗教嘅就加持個十字架去戴咯，就唔係普通咁樣十字架。佢哋而家個沖涼又唔除低又唔剩，當裝飾咁啊，嗰啲冇咗力嘅嚇。反而冇咗力。冇啊！你都唔乾淨，又冇尊敬嘅心啊，當裝飾品掛十字架，冇咗虔誠嘅心啊。你個十字架瞓覺除低，你唔除低咧，你都要沖涼，一定要除低。咁你朝頭早咧揾杯水，啊，自己祈禱完念完你嘅經文，先揾啲聖水咧灑一灑個十字架，先帶翻落，保持嗰種力喺度。咁就係其他，如果帶佛像、佛公仔啊，或者係觀音嗰啲都啱用。啱用噶，你可以真係乾淨啊，保持清淨，同埋你每日咧有個心念咧去清淨佢一次。咁嗰杯水咧，如果我啱啱嗰貼出去噶，掂得好咧，對啲眼有幫助噶。你用啲水嚟洗眼，深奧啊！你都好深奧係咪？宇宙好深奧，佢宇宙行到嗰啲量子振頻咧係好微細，唔係你即係可以叫匪夷所思嘅嗰啲。第二個問題，咁啊，有網友就問阿 Doctor 你性功能失調點醫法喎？結婚多年都不孕，咁點搞咧？性功能失調啊，當然係不孕啦，你都起唔到快，點孕啫？孕條毛咩？但不孕翻過嚟，我不孕咧又要知道男定女嘅，得閒咪嚟揾我哋睇下咯，要睇到人先俾到意見。嗯。但性功能失調真的要看到人，因為有不同的功法咧可以練得翻嘅。咁有些功法都不夠力咧，要啊中醫師咧開啲藥調節翻佢。即係點解你會性功能失調呢？你後生玩得多啊，有一個原因啦；或者你本身個功能咧有一個原因啦，本身或者你有意外撞傷咗。有啲氣脈唔通咧，有個原因啦，或者你工作忙咗，而家心力咧又掛慮多咗，又唔好瞓咧，有一個原因啦，好多原因嘅，但係有一定會俾到意見你。精神壓力都係有嘅，有原因嘅，有原因，有原因嘅，有原因。咁啊，最好嚟246，下晝4點至6點，我喺度會俾意見，但嚟咧。就係捐108元俾東華三院有張收條，你個7-11得噶啦。咁張收條咧，你喺當天燒翻俾祖先，喺屋企門口燒嘅張收條，因為我哋唔收錢噶嘛。但因為你有病嚟到咧，點解你要捐東華三院咧？因為你係有病嚟到揾我，你先種咗一粒種子，係幫人哋醫病嘅。嗰張收條咧有呢個因嚟到，我希望我有靈感咧，俾到個結果你。你明唔明嗰個程式啊？見緊你都去幫人哋嗰啲病人啦捐錢，咁你有個因啦。我你再撞翻個人俾到意見你嘅，咪過咯。所以我嚟攞呢個程式去做呢件事，所以捐108元就有收條俾你嘅啡粉。東華嘅，咁嗰張收條咧，你就拎翻屋企，唔分你任何時間，你屋企門口當天燒咗佢，就係將你做呢件好事嘅功德咧，回向俾你嘅祖先接收，就要做呢樣嘢。第二個問題，咁啊，另外一樣嘢啦，咁啊，有網友咧就覺得。香港而家咁樣嘅狀況咧，要去邊度安全喎？度度都唔安
個世界都冇地方安全。有嘅你去唔到啊，瑞士都唔俾你喺度居留。你話俾你聽，有邊個世界真係安全？反而最安全西雙版納，我話俾你聽，真係好神奇。你唔信，第時你大家去啊，西雙版納。地方大人少，哇！空氣四季如春。雲南嗰邊好多地方啊。咪西雙版納最靚，植物多嘛，人少，哇！好舒服。嗰啲蔬菜啊，啲農家菜真係好食，啲雞有雞味，係嘛？冇污染啊，西雙版納。真係。梁神，你哋嗰次又去蘆崗嗰邊啦、啊？都已經好好。我諗住喺嗰度，諗住喺嗰度都，我遲下會落去考察咧，揾個地方同啲單位合作，做一個嗰啲兒童院啊，幫你醫嗰啲弱智嘅細路仔啊。我自己親身去整一個 centre 喺度，喺佢哋擴大，咁啊就喺度據點啊，指導啲人點樣醫啲細路仔。咁啊，大家嚟到嘅地方住多免費咯，係嘛？即係有個工作喺度，我係做一個工作點喺雲南西雙版納打算，因為我試咗咁耐咧，對嗰啲低智兒童咧，而家開始我又把握掌握到一啲竅門，測試咗有一啲有進步嘅，咁應該要幫翻自己國家手啊！因為小朋友低智，屌你乜搞咗幾十年，國家要養佢啊嘛，大佬，好撚重成本啊，啱嘛？我幫咗佢，即係變咗國家減輕咗負擔，仲有家人咧開心翻喎。個父母開心翻啊嘛，個低智變弱智變咗唔弱智，啱啱啊？喂，都唔知點算啦。所以我想做呢個工作咯，老人家嘅工作都就走啦，費事做啦，即係等人哋做啦。因為嗰啲人個個識做啊嘛，佢嗰啲輔助啲老人家老人院，但呢啲就唔係咁多人識做啊嘛。幾歲弱智？屌你咁樣，唔撚識醫啊嘛！而家啲人，我投資啲錢㗎要，因為我要設計啲儀器，到隨時擺過去咧，佢就坐喺度，每日，即係我有呢套儀咧快好多。如果冇咧都有效嘅，因為我掌握咗啲竅門，比較值得要做嘅，因為。國家嗰個成本好重啊，照顧呢啲弱智兒童，成家人都唔開心咧，又佢自己又唔開心啊，知唔知啊？當然啦，我會做呢個工作，會參與呢方面嘅工作，希望將呢個工作咧帶到啲最新嘅醫術嘅，由中國再發揚光大，俾世界。都係為中國人攞開個地位啦！哇，全世界醫藥最最撚叻，中國咁都係威水啊嘛！你整啲正面嘅威水先得噶，啊！做戰狼喎，屌你乜空鳩人咁威乜撚嘢啫？流民好撚威㗎！同埋我呢個工作用最少錢，因為係我自己讀完秘笈啊嘛，可以叫做話唔撚使錢，我俾方法你啫。但我知道雲南嗰邊有啲草藥咧。對我呢一個醫藥事咧有幫助嘅，所以要落去西雙版納。第二個問題，問題問曬啦，咁啊有啲乜嘢花費咧？呢個好事啊，用好少錢噶嘛，做到做到喎，我香港做咗幾個過往啊嘛，好多過往，有咩花費啊？今日花費第一個咧就播博士個時事短打啦，泛民嘅羅廷德扮左獨祖共上身，空頭自強。我、哦、這個視頻咧就係、是、我睇嗰啲新聞啫，就話呢個北區新界北區嘅呢個區主席咧、區議會主席咧，啲僆仔咧就講大咗咯，砌人山豬肉。佢話侯志強同阿戴耀廷影過張相，咁啊屈阿戴耀屈阿侯志強咧就係、是、搞港獨嘅分子，咁屌呢啲唔撚係咁講啊嘛！呢一過咗界啊，所以啊特登拍一個。視頻話俾佢聽，咪呢啲所謂好下三濫都唔得。你真係
你原本啊搞民主嘅，搞捻咗变捻咗左独土共，仲衰捻过土共。屌你仲衰，即系屌你喺香港搞文化大革命嗰套嘢，你乜鸠人？屌你咪呢啲边个所谓嚟噶？呢啲人点解做区议会主席啊？我捻鸠嘅啫。跟住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南傳，講南傳佛教同北傳佛教有啲咩？呢個唔係我意見嚟噶，係有個視頻佢講得幾好啊，即係講喺個世界上嘅佛教嘅源流，係一個歷史嘅背景，大家聽下係有益嘅。因為逢喺一個學説咧，就算你耶穌教、回教一落嚟咁多千年咧，嗰啲經典咧就改到亂曬龍。我喺度改嚟改，改喺度自己送嚟派到扎馬嘅，屌你啦！自己打自己咯，係嘛？所以有責任咧，要澄清一啲嘢。大家有興趣咪睇下咯。跟住咧，仲有個皆大開心啦，蔡明照資料。嗱，呢個係我只馬嗰日咧負碌嘅，跑撚咗半都抌飛噶啦，肯定冇錢收噶啦。屌，有時嗰啲無端端屌又收連贏位，又收邊又剩咁行埋收曬。大家睇下係。是很神奇的，是由後來無端端可以一支箭跑了出去，但我信任這個騎師嘛，所以我指定他騎，現在他 有信心，他 上個星期都贏三場頭馬，你買十元收七萬八元，三場一十元，買八元收七十八萬，很令人害怕，厲害。第二個，跟住咧，博士揀咗誒有啲外國嘅歌曲啦，包括貓王啊，啲 rocks 啦。貓王就係俾人重温翻，到而家都未有人夠佢咁紅嘅喎。貓王真係犀利，但又係英年早逝啫，有人睇，即係唔識照顧自己嘅健康。而家我哋都要幫領下嗰啲娛樂界嘅人，因為好多人一有錢咧就放任啊，任性啊。有些女色來埋身，那你就仆街了，又虛榮，又吸毒，吃丸仔，跟著女人，那你就實死的，要避的，但我們放在貓王上，但當年他們真的很紅，第二個呢？跟著亦有些香港歌曲，有顧家輝、盧國尊成功破浪，特意放在出去的，七十年代的成功破浪跟香港人打氣，處變北京，現在大時代轉變，你配合它轉變，跟著一樣可以很多機會，你還是一個自由地方，你喜歡對的你留下，不對的又有機會，處處揚梅一樣花而已。有黃偉坤的《人盡楚江秋》，這個呢就特別擺出來的男音，這麼多個人唱都是這個黃偉坤唱得比較有感情，唱這個男音，就一個呢就乘風破浪七十年代啦。這首男音呢就是以前在戰時的時間呢，個國家的興衰又是一個挺惆悵的，大家可以對比一下一個時空的對比，但他的歌詞寫得好，唱得有感情，不懂聽男音都要聽，學到東西的，你留心呢就學到東西的。第二個問題，跟住咧，仲有兩盤棋同埋個魔術活動。好，下次啊，下次係28月28日。好，28號見。28號見，拜拜。有缘的年青朋友，我和你都有发展和提升美好生命的潜能，只要你努力学习和善用时间，将你的学识和经验以及财富回馈社会，你将会得到两大福大的回报。你今日有缘看到我的工作回顾，愿我的工作成果能够与你分享，并祝愿你福慧增长，健康如意。最后谨语：朝为插秧郎，晚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共勉。郭兆明，1998年1月15日。
भगवतो सावक संगो स्वामी जी पतिपन्नो
ప్రసంగో యదిదం చెత్తారి పురుష యుగాని అర్థ పురుష పుగ్గల యేస భగవతో శ్రావక సంగో今日時事短打，阿 Sir， 今日的話題是跟你的朋友侯志強有關喎。
咁神奇？係啊，話俾人搞，話即係有傳聞就話佢俾人搞，又話佢咁搞佢啊！阿侯強啊，夠義氣，對嗰啲村民各方面都照顧得幾好噶，佢好識撈啊！咁但係就話搞錯啊！但係就話佢同嗰邊區議會嗰邊合作唔嚟啊嘛，同個區議會主席話唔同佢合作喎、啊。咩事啊？我粒下眼啲新聞又唔係好詳細，但又淨係知道關鍵性咧，就係、是、上水區議會個主席姓羅嘅，就攞咗以前阿侯強同阿戴耀廷一齊影個相出嚟。哇！影張相都嗨！咁而家香港走咗學文化大革命嗰套遊戲啊嘛。啊！咁你嗰啲睇報紙又話呢個區議會主席咧，姓羅呢條友咧係泛民嗰啲民主黨嘅人。倒轉頭係泛民啫，篤背脊。咁、那個世界冇所謂變身，咪犀利過土共咯。人會變身噶嘛，即係日本仔咁樣 seven face 係嘛？俄羅斯嗰啲嗰套蛙揭出嚟一個樣啦。而家佢咪俾人睇到，佢係土共化身，或者佢化身做土共，有冇可能咯？哦，因為佢之前係土共，佢本身係土共化身泛民，而家或者佢本身就係泛民，而家睇見勢勢唔對啊，都有得撈啦。咁佢又唔使俾人 DQ 啊嘛，冇 DQ 佢 DQ 十幾個㗎，係啊。但係佢呢次佢又冇 DQ 佢，咁咪即刻化身，哦、化身做土共咯。佢又拜啊拜工聯會啊，吳秋北為師咯。工聯會犀利噶，吳秋北砌啊，李大富係曱甴王。嗯，專砌生豬肉。係啊，佢而家佢啊砌啊侯強係港獨，搞港獨分子啊，搞佔中分子啊咁啊。嗯。但佢忘記咗一樣嘢㗎，呢個姓羅呢啲咁嘅醒目完冇腦嘅人。嚟到香港的幹部，就算是科級的幹部或者處級，不要講到那些主任、副主任、部長那些，誰不在內地少林寺出身搞鬥爭個個由細鬥到大是不是、嗯、我除非你是你中聯辦教你這樣做，如果沒有人教你這樣去做搞屎棍的話，你在你新界搞分化呢，用這些手段呢，自己想出來呢，他是撞板的。倒轉頭自己被人分化的喎。因為你那些這些伎倆呢是沒用的嘛。嗯。因為他們內地出來的幹部真的由細到大的嘛。是啊。在校園鬥，一打一條少先驅紅領巾已經開始。已經在這裡鬥。到你做共青團。中央的團委那些又要鬥，到你入了黨繼續要鬥都是要鬥，一路鬥的。現在你想好學不學了這些文化大革命的鬥爭遊戲，在香港玩的傻仔嘛。嗯，那你這些人選到他就撲街了，傻仔。但還有一樣嘢我們補充，他們的是與非自有公論，社會一定有公量的，誰是誰非都不需要說的。嗯。侯志強都不需要太過於跟這些小人物去討論。這些小人物哪有企得耐，他自己找把刀刺自己。嗯。那侯志強應該怎麼應付呢？最簡單的，你就全部拿正人做，不需要說不合作的。你區議會有區議會的議事規則，有議事規條。有村民反對，有當地居民反對，咁你啲嘢啱嘅，你又要支持咯；唔啱嘅，咪揸只人做去反對。你如果你做主，如果佢越嚟越自己做主席，好巴士閉緊，佢就實死嘅。你做啲嘢唔公道、唔誠，咁多市民要反對你，咁咪寸步難行咯。好啦，咁譬如話，你而家你嗰啲議員辦事處有好多出事啦，又請姨媽姑姐做啊。嗯，批錢又批多了，給自己有些公司來做工程有成啊，自己又有個過水濕的啊，是不是？總有很多洞洞罅罅的，所以他自己
佢同阿侯志強作對，佢自己戇居嘅啫。佢嗰鄉事派嗰邊咁多啲擁趸，同埋新界人比較團結啦。即係我哋唔好講啊呢啲是是非啦，我哋係當局人，但睇佢報紙賣出嚟，佢就係攞侯志強同戴耀廷張相片，就砌人山照咗呢個最下線，佢最下流啊！最下三攬手法，整一下三攬都唔入流添啊，都唔入添啊，唔入啊！下三攬都有個江湖道義啦嘛，係咪？下三攬都有江湖道義啊嘛。但我哋要補充翻講啦，去到今時今日香港，你再搞呢啲咁嘅鬥爭遊戲咧，係唔係社會嘅福咧？梗唔係，梗唔係啦。其實香港嗰個扮演一個角色嘅，咩角色？邊個咧就係要由香港政府帶頭。過去的風風雨雨咧，就冇得翻轉頭，唔發生就發生咗嘅。要犯罪嘅拉人，啊要放嘅又放。但政府要帶頭咧，發揚我哋真係嗰個中華文化嘅精神。嗯，邊一樣咧？和為貴咯。個和字。中國人係和為貴噶嘛？你唔可以學西方世界鬥咗幾千多年啦。你諗下西方世界歐洲嗰啲戰爭，你打翻歐洲史嘅，全部都係戰爭史。鬥到而家鬥緊啊，大佬，啱唔啱啊？咁你由香港帶頭搞和為貴，淨係大家為個社會建設、為個民生建設，不分左中右，呢個政府帶頭做。我哋做到嗰個香港和氣生財、與和為貴。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來的，這個不是說拖光養晦，又不是妥協，這個與大局為重嘛。你為那些雞毛蒜皮那些口舌之爭，你搞到社會不前進，這個不是有智慧的社會來的嘛，對嗎？對，你不要說做那些什麼科技園啊、創什麼園啊、什麼高級什麼科技園，吹啊曬冷氣，但你和為貴係做到嘅，因為唔使本錢噶嘛，只要個人去做，你就可以爭取到和為貴。嗯，一個禮讓嘅社會，一個包容嘅社會，咁要政府帶頭做嘅，就唔係話俾我求其貼張嘢喺個廁所度，個人嚟國安法咁嘅需要，你俾機會解釋嘛。嗯，咁由香港政府做有咩好咧？咁成個社會咧，大家就真係和氣生財啦，變埋生水。啊！根據嗰個社會嘅形勢，大家配合做到好多嘢，跟住將呢種氣氛咧，就傳翻俾中國內地，帶翻呢種和氣。和氣，嗯，帶翻內地咧，再傳翻俾中央領導人咧，中國就可以重新上路啦。用呢種思維去面對國際社會啊嘛。喺國際社會十幾個國家聯手嚟圍攻我哋國家喎。做得出㗎，嗰啲五大聯盟啦、啊，啊中日嗰啲台日美澳啊、印度、紐西蘭啊、荷蘭啊、法國啊、英國啊，啊古靈精怪，德國都走去分一邊咬你啊，打啊，海風雲。好啦，你做一個和為貴，咁好啦，你和為貴，咁你咪把口講話和為貴嘛。咁呢個我哋又唔講啦，因為你中國咁多高人。咁多叻人，你共產黨會諗到點樣用個行動出嚟，可以令到俾人感覺你係和為貴咧？我哋咪叫你唔惡喎，即係話我喺今時今日，我哋劇情需要。所以最近習近平主席都講得幾好啊，喺嗰、那個辛亥革命紀念嘅活動。淨係提話你嗰兩岸要和平啊嘛，嗯，係啊，以前就有啲武力解放台灣啊，喊打喊殺噶嘛，依家收斂咗啦。當然佢有個形勢變咗，咁你美國、日本、日本出嚟強力撐台灣，你打乜鬼？派曬戰艦，佢自己識計數噶嘛，咪咯。因為共產黨都唔係懵仔嚟噶嘛，雖然佢好多幹部係懵懵地啦，懵嘅多啲啦，揾懵仔黨我哋叫佢做而家。嗰啲黃鳩幹、黃鳩部嗰啲全部懵仔，就喺扮戰狼，扮到自己縮緊咗啊嘛，咪懵懵地啊！而家啊褪啦，
阿老細唔係懵仔噶嘛，我哋習先生唔係。佢有習主席話佢博覽群書噶嘛，咁我相信佢都係睇《孫子兵法》嘅，係嘛？佢已經不智不仁之兵嘛，打啲人唔夠人打噶啦，你點打咧？唔係咯，乜打咩啊？咁把口冇意思噶，燒嘴炮啱唔啱啊？喺於美國佬特登話隻潛艇中咗，浮咗水面，你唔知道。包喺你門口邊，你又唔知道，走咗翻去美國基地啦，又公開公佈話俾你知道。咁你而家你嗰啲咁樣嘅呱呱嘈趙立堅嗰啲，你錯係做咩啊？其實咪仲丟架，唔知係丟架，其實震攝作用啊，即係僆仔定個僆肉啊！我嚟到你門口啊，你都仲冇閉閉啊？因為嗰種嘅攻擊潛艇咁犀利咧，如果你岸邊咧，你又冇得擋噶嘛。太近了嘛，十零廿公里一撳就喺度，啱唔啱？但係呢啲咁嘅突然間變身扮土共嘅話咧，有機會啊，侯強都會有佢嘅方法，小懲大戒嘅，對呢啲有。會。唔使我嚟教啊，呢啲。識做啊！喺新界撈咁多年，啱唔啱啊？你又係講少啊？係咪？由我村民搞到做村長，村長係做到。那個鄉事議會的上水主席，呢條友啊，姓羅呢條友啊，萬何踩車啊，唔知屎啦，啱唔啱啊？好，係咁先。好，係咁先。